报告各位委员，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我们首先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邀请中央银行彭总裁淮南率所属单位主管暨财经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列席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各位委员哈，今天我们邀请的是中央银行来进行报告。那因为今天是央行以及所属的同仁，那可能彼此之间呢有的并不是完全熟识哈。那所以我依例因为只有这一周，那我们都会把委员跟各部会的首长彼此做个介绍。那往后几周呢开始就不会了哈。那这是因为新会期新国会的关系。那我们介绍一下在场委员，曾明宗曾委员。这位大家很熟悉，虽然是新委员，但是呢，他过去在行政部门服务，所以我想央行同仁都很熟悉哈。接下来是黄国昌委员，虽然是新委员，但是呢，媒体的知名度很高，所以我想大家也都认识他。那他是这会期呢，在本委员会哈，是这个出席委员不是列席委员，是本委会委员。另外我们。刘正豪离开是吧？离开了。好。那其他委员到场的话，我们再依序为大家介绍。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出席并被质询的官员哈。中央银行彭淮南彭总裁，欢迎。严中大副总裁。业务局陈一端陈局长。发行局施尊业施局长。外汇局严辉煌严局长，这个是华是不是？对不起哈，施尊华，不好意思哈。接下来是国库局徐木良徐局长，金融业务检查处胡雅生胡处长，经济研究处林宗耀林处长，秘书处梁建金梁处长。会计处黄贵州黄处长，资讯处张俊宏张处长，人事室洪志成洪主任，法务室吴坤山吴主任，中央印制厂陈永辉陈总经理，中央造币厂黄启导黄厂长，财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阳清赵董事长。林孟金总经理，好，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央银行总裁彭总裁报告。主席，如召集委员，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诚邀前来贵委员会报告本行的业务，感到非常的荣幸。以下仅就国内外经济金融情势，从上一会期以来呢，本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呢，外汇政策的管理等主要业务提出报告，敬请指教。为节省时间起见呢，请主席允许我就本报告的重点做口头说明。请看第二页。首先呢，报告。国际经济金融情势呢？全球经济呢？那当下 risk 升高呢？通膨仍然很低。那么从第三页可以看得到呢 ，Global Insight 所做2016年的预测呢？那么第一次预测在去年7月就开始预测，那么全球的经济成长率是 3.3， 然后每个月预测，每个预测预测值一直降，降到今年的2月呢，降到 2.7。其实请看呢，第四页。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那么跟去年比的话呢，先进经济体的跟那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呢那个一致，那么开发中经济体升高，那么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呢是 2.7， 略高于去年的 2.6。 请看呢第六页，请看下面这个图呢，那么物价方面呢，全球的经济物价呢是比去年高，一般的国家也都比去年高。请看第七页，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分歧呢，那么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的加剧，美国升息呢，
欧洲跟日本的却扩大宽松政策并采行负利率。其次请看呢第九页，国际金融情势的动荡呢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那么汇市的大幅波动呢，人民币走贬，日元转成升值。昨天呢盘中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呢破 1.10。请看呢第十页，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到呢，日元呢在推动负利率那一天呢，从 118.82 贬到 121， 当天升了，当天贬了一下子，后来呢就升下来，这个就是跟它预期的目标呢不一致。那么人民币呢是有一点走贬的趋势。其次请看呢第十一页呢，在今年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开盘以来呢全球股市大幅下跌。你像 MSCI 的股价去年呢是 105.1 呢，到了1月21日呢跌到多少呢？2月11日跌到 92.9。 那么很特殊的现象呢，在到3月4号呢全球的股市大部分都是下跌，那台湾的股市呢反而上涨，这是跟因为外资呢大量流入台湾有关系。流入台湾的原因就是因为台湾的本益比比较高。那么公债殖利率呢就下滑，请看呢第十二页，只要国家里面的日本跟瑞士呢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已经变成负的。那么全球经济呢有 downside risk， 但是呢不能只靠货币政策，必须搭配财政政策与结构性的改革。其实呢报告国内外国内的经济形势，请看十六页。我们这下面这个表可以看得到呢，去2014年的经济成长率是 3.92， 到了去年呢降到 0.75， 下跌了多少呢？ 3.17 个百分点。我们这个图和这个表可以看得到它的原因呢，因为我们商品劳务的出口呢占 GDP 的比例达到 64.5%， 那我们舒适的成长率呢2014是 5.91， 到了2015降到 0.21， 所以它的贡献率，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率就由 4.1 呢降到负0.15， 就是相差了多少？ 4.25。 所以去年经济成长率的缩荡呢主要是来自出口的减少。出口的减少呢 by area 来讲的话是对中国大陆东南亚，买破大的话是电子自动性的产品减少。其次请看18页，各机构呢对本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呢，大概主计处的预测是比较低 1.47， 那中经院的预测是 2.24， 国外的 Global Insight 的预测呢是 1.98。 在其次报告劳动市场呢，2015年呢全年失业率为 3.78， 是15年来最低，不过那去年下半年有一点微升的迹象。再看十九页呢，我们报告物价，2015年呢，我们的 CPI 的物价是负的0.31，只要是进口商品价格的下跌，但是呢，替值、蔬果、能源，那么核心物价指数是上升的0.79。请看第二十页，今年比较特殊的，今年第一月一月份的 CPI 是0.8。二月份的 CPI 年增率是 2.4， 这个是非常高的年增率。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一月的寒害呢地缘的影响。这2.4%呢，其中呢 1.56 个百分点是蔬菜上涨所致，另外的 0.37 个百分点是水果上涨所致。所以蔬菜水果的上涨就造成了 1.93 个百分点， 2.4 里面的 1.93 个百分点就是蔬菜水果的上涨。其实请看21页呢，我们的投资率呢是有一点持续的下降，那么储蓄率的上升，所以累积了庞大的超储蓄，从2005年的到2015年呢，超储蓄达到多少呢？14.7兆。超储蓄呢就反映在经常账的顺差，假如能够提高国内的储蓄呢，提高国内的投资呢，可以善用我们这些资金，那么促进国内的投资呢，可以增加就业，也可以增加税收，也可以产生技术进步的外溢效果。其实请看到22页，报告国内金融情势，请看到23页，在2015年全年呢 M2 的平均年增率是 6.34， 接近目标区的上限。其实请看24页，
我们在长期利率、短期利率里面呢，做成下降的趋势。其实，请看到25页呢，年初呢，由于股市卖超、外资汇市呢，新台币对美金的汇率到1月21日呢，贬到33.838。从那个时候呢，外资持续汇进台湾，持续在股市买超。从1月22日到3月9日呢，买超了多少呢？新台币1232亿，汇进了多少呢？差不多45亿美金。所以台币就是回升。到昨天呢，是33.225，跟去年比的话，贬值了0.48%。假如新台币跟一篮子货币，因为这其中呢，那个日元升值，这比起来的话，台币是贬值了1.78%。其实，请看26页，本行的主要业务，未来因应景气与通膨的变化呢，我们调降了政策利率，在去年的9月25日以及12月18日两次调降重现现利率。其实，请看28页，从28页这个图来看得到，我们的换款呢是持续的成长，不像呢。日本呢或欧文区有 credit crunch 的现象，我们可以放款持续成长，可以支援我们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其实请看到32页，我们在2015年的8月14日呢，我们调整了不动产的针对性、显现性的措施。中央呢会随时针对呢注意呢房地产的发展，那么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其实包括汇率方面呢。新台币汇率原则上由外汇市场的供需来决定，日益不规则因素以及季节因素，导致汇率过度的波动以及速度的移动，而不利于经济金融稳定之余时，本行将本意之维持外汇市场的秩序。其实，请看39页，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到呢，新台币的汇率波动幅度呢，跟其他货币比起来是相对的稳定。其实，请看43页。本年2月底呢，中央银行出口的外汇存底是4288.16亿，较上年增加27.8985亿。那我们持有的黄金呢是1359万英两，只要作为新台币发行准备之用。其实，请看40页。以上仅就国内外经济金融情势与本行主要业务提出报告，至于本行调节金融、通货发行、外汇管理及经理国库等业务。得放在附录，敬请佐参。本行肩负维持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的职责，随时密切注意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将妥善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以达成政策目标。本行业务事成各位委员先进的支持，仅这个机会表达衷心感谢之意。今后仍请各位委员先进随时指教，谢谢。谢谢总裁精简的报告。我们再介绍在场有李应元委员，这是本会非常资深的委员哈。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询答，那是不是征求各位委员的同意？我们维持惯例，每位委员8分钟，必要时得维持2分钟。第二个是我们上午10点截止登记。那如果说大家同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就开始进行询答。那现在进场的是吴秉睿委员，也是本会资深委员。首先请曾明宗委员质询。对不起哈，为了节省大家时间，那本席也这个报告一下，这个央行总裁上下台备询的时候不需向本席行礼，可以节省时间直接上下台哈，也表示对您的尊重，谢谢。好，谢谢主席，麻烦请彭总裁。总裁好。首先，我要代表过去在金管会期间，谢谢总裁给予金管会很多的协助。那我今天也要代表我本席对彭总裁过去多年来对维持台湾地区的经济成长跟稳定的贡献表达敬佩的意思。好，我们看下一章。那我相信总裁很清楚，中央银行法第二条规定。央行有4项的施政目标，第一个是促进金融稳定，第二项是健全
银行发展，第三个是维持内外币值的稳定，第四个是维持经济的发展。请问总裁，在您的职责之所在，去年的经济成长是 0.75 跌破眼镜，那今年主计总处预估是 1.47， 您认为今年的 1.47 有达到了可能性吗？报告委员呢，我提供一个数据呢，今年二月呢，台湾的出口减少了 11.8，韩国的出口减少了 12.2， 大陆的出口减少了 25.14。 面对这个外在环境呢，要达成这个目标呢，我们必须要加倍的努力。 是，那没有错，我的看法跟您完全一样，尤其必须有相关配合的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昨天在财政部的业务报告的时候，我也请教过张部长，他也认为未来要因应整个经济金融情势，必须适度的扩大财政政策，这一部分他也赞同。那有关货币政策的部分，我要请教总裁，就您的权责的部分，您的看法怎么样？跟委员报告呢，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已经很宽松了。是。那么我们下旬呢，马上要开理事会，我们会针对国内外经济金融情势以及当前的物价以及未来物价的预期呢，通盘考量之后，再做政策利率是否调整的决定。是，我相信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出口已经连13个月在往下掉，另外韩国基本上也会做相对的调整。我个人看法，往下降息的可能性很高，那我也不为难总裁在这里做进一步说明。那我要跟您进一步请教的是，货币政策基本上除了公开市场操作以外，包括降息，包括 QE， 包括负利率。那我要跟您报告的是，跟您说明，在您的报告里面呢，针对最近大家讨论负利率的时候您有提到有5项的负面的这个作用，您的看法怎么样？可不可以进一步来说明？负利率是一个继 QE 以后采行的非传统性的货币政策。那我们国家呢，跟它现在有欧元区、日本，还有3个欧洲的小国国家采行。那但是各有不同的背景，因为我们跟欧元区跟日本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放款成长在持续的成长，他们有 credit crunch。因为他们采用 QE 之后这些钱回存到中央银行去，是，所以他就对他存进的钱给他 penalty， 给他扣利息。日本就是采取3层了，第一层还是给 0.1， 第二层给0，第三层给负 0.1。瑞典的比较凶了，还扣的负利率比较多。是，但是呢，这个真的是会扭曲了银行中介的功能，它有很多副作用。没有错，我基本上赞成总裁的看法，尤其台湾现阶段重贴现率，央行的重贴现率现在还高达 1.625， 所以现阶段不可能实施负利率。但是我也希望总裁能够注意国外的发展趋势，因为现在已经有24个国家在实施，另外美国也进行相关的研究。那基本上总裁对整个实施负利率是比较持负面的看法，但是欧元区从2014年实施下半年实施负利率，它的经济成长率从2014的0.9%成长到2015年的 1.5%。 其实它有负利率，但是它也搭配 QE， 也就是宽松政策。就欧元区来看，基本上有它正面的功能，不晓得总裁的看法怎么样？我在报告里面有放了几个标准，我用实际的资料去观察。就汇率来讲的话，它达成欧元贬值的效果是，特别是它今天晚上要开会，它可能会加码，所以欧元呢昨天破了 1.10， 所以达成货币贬值的效果。但是 Bank of England Governor
他说复利是一个二度三件，是一个零和游戏，是你把你的东西输出到其他国家去，但是他对通膨的预期的话并没有达成目标，对银行的放款的也没有达成目标，但是而且是欧洲那三个国家，因为它货币跟欧元有密切的关系，那欧元呢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三个国家的货币会升值，所以三个国家的去采取负利率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不让它货币升值，特别是瑞士法郎、瑞典、丹麦。对，那基本上实施负利率有它的一定的负面的作用，但是每个国因为基本上一个货币市场或者货币政策是一个动态调整，那总裁对负利率持比较负面的看法，但是也有人提到了降息，降息那跟总裁吵架，降息同样面临相同问题，降息到底有没有效？像委员报告了，所以一般传统的目的就是说，降息的时候是不是刺激有效需求？是。根据实质的研究，在利率很高的时候降下来的时候还有一点效果，但是现在根据实质的研究呢，对于投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是低，是未来三年到五年的经济成长率，但其次是不是不确定因素，第三个呢，实质利率呢对投资的影响呢是不是很显著的，在降低利率在降下来并不显著。是。接着我们看下一页，过去我们都希望跟香港、新加坡跟韩国来比较成长的情况，那因为国内有不少学者认同韩国的成长模式，因为韩国比较注重成长，那我们注重稳定。这个表啊很清楚的是最后一栏，假设从第一张是过去十二年台湾的平均成长率是 3.73， 韩国是 3.71， 那它的CPI 就是货币成长率只有一点，我们是非常稳健，是 1.24， 韩国是 2.59， 所以它的通货膨胀率大概比我们的非常的高，但是它我们的结果，我们看这个 GDP for capita， 我们看到的是同期间93年的时候，台湾的 GDP 每人 GDP 是14000，韩国是15000。到现在结果我们是22000，现在韩国已是27000，接近28000。看下一张，另外一张，这个是20年来的比较，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是4%，平均韩国是 4.1， 差不多，我们通货膨胀率是 1.1， 韩国是 3.1， 表示韩国的通货膨胀几乎是我们的三倍，那表示我们的物价非常的稳定。同样的同期间呢，我们的 GDP for capita 就是每个人的 GDP 从13万5，台湾13万5，韩国的12万3，到我们是去年是22万4，韩国已经将近27.9。也就是将近28000，超越我们。那国内有不同的学者认为说，我们成长的模式是偏向稳定，韩国的成长模式是偏向成长，注重成长。那外界有这样的讲法，不晓得总裁的看法怎么样 ？OK， 谢谢报告郑委员呢。假如我们用国际货币基金用 PPP 计算的 per capita income。台湾的 per capita income in terms of 用 PPP 算的话，领先韩国的距离越来越扩大，因为台湾的物价比较稳定，所以赚的钱呢，主要是看能够买多少钱，而不是看名目那个物价的问题。我知道，假设用 PPP 来算，我们大概世界上排名第19名，比德国、比日本都高，但是名目上来看，基本上韩国现在已经将近28000，我们还在22000了，所以这个也是选择的问题。谢谢总裁的说明，谢谢。谢谢。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下一位，我们请卢秀燕委员咨询。谢谢，谢谢郑委，谢谢。在卢委员发言之前呢，我们补充介绍江永昌委员哈，
谢谢。来，主席，麻烦请彭总裁，谢谢。啊，总裁，请。啊，总裁，很高兴看到你。总裁，这个昨天行政院前院长陈冲发表一篇谈话，那因为陈院长本身也是财经高手哈，那我相信您看了他的一个谈话，他的谈话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呢，他批评说你今天提出的报告哈，央行的报告呢，其中有关于负利率是假议题，他说你是故意误导大家方向，因为这个议题啊在台湾不会发生。所以呢，但是他说这两天您拼命在讲呢，就是希望委员质询 focus 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他说你是误导委员，是一个假议题。那您对于陈院长的一个讲话有什么样的回应？报告卢委员，台湾有2300万人，每人都有言论的自由，我尊重他的言论自由。可是他是财经，第一个他本身也是跟你一样啊，在财经的分量哈，跟地位跟他的这个学经历呢也是受人尊敬的。第二个呢，他还当过行政院的院长啊，跟你是同事，那所以我觉得他跟一般老百姓的这个讲话可能不太一样。那您要不要再说明，因为很多人报告卢委员，昨天我也接到很多电话，他说你们中央银行把负利率拿出来讨论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负利率是一个非传统性的货币政策，现在有几个国家才采行，特别是日本在1月29号突然间采行，因为 Kuroda 前几天在国会讲他也不会采行，所以中央银行把这个国内外经济金融市拿出来讨论这是很好的。我也接到很多的电话，所以我说台湾有2300万人，我对每个人都加以尊重。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支持你打电话给您，支持您谈负利率的也很多，所以你用这个来回应陈前院长。第二个啊，他在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说他觉得央行更应该关心电子货币的发展啊。可是呢，他也提到说，在您今天的报告里面有关于电子货币的进度啊，只字未提，完全未提。那您对于这个议题有什么要回应？另外一个我也关心，就是我们央行在电子货币的进度上啊，你能不能做个说明 ？OK， 谢谢卢委员给我这个机会答复这个问题。昨天呢，在报纸上有一个金融专家刘义春呢，他说我们台湾呢常常讲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他常忘记说我们有什么没有，我们有什么东西，所以他提到了，实际上中央银行建立一个RTGS 这个通知系统，在中央的清算系统，这个通知系统跟谁呢？跟财经公司、跟票交所、跟联合信用卡中心、跟柜买交易所、中央登录公债连线，一天电子支付的金额多少呢？2兆。还有财经公司它的跨行汇款 ATM 的提款转账，一天有5400多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位刘教授也说，台湾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全世界难得有这么完善的电子支付系统、清算系统。那至于 e-money 呢 ？e-money 就是说用电子载具储存法场货币的交互支付工具。那台湾呢，第三方支付、行动支付，还有悠游卡，这些都是跟委员报告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发行，唯一一个国家发行芬兰，但是1993年发行之后，他1995年就交给民间，他们认为这个应该由民间来做。每个英格兰最近也发表一份报告，他认为中央这个 e-money 最好还是民间来做。那您赞成芬兰的模式吗？就是刚开始由政府做，然后交给民间做，还是你认为应该直接由民间来发展电子货币？因为这个东西呢，每个英格兰觉得这个会阻碍到民间的金融创新。对，所以你认为应该由民间自己来做就好了。我们会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全世界中央银行没有一个国家发行电子货币。是，所以你们有研究，只是你并不赞成由央行来做。那我很高兴您今天在这个议题上有正面的说明跟回应哈。另外，小市民关心财政啊，那小市民不是不懂的，就是说有关于负利率对我们有直接什么影响？我这两天就碰到很多小市民，他们担忧是什么？他们认同，就是说
负利率在台湾不会实施，你们两位的看法，您跟陈前院长，负利率在台湾这个短期之内是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台湾一旦发生负利率的话，那就是悲惨世界啊，因为台湾的经济进到一个悲惨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小市民也知道台湾要实施负利率不太可能。不过小市民要我请教你的是什么，他说担心啊金融机构银行做手脚实施账管费。什么叫账管费呢？我们台湾几乎没有账管费，我们钱存在银行里面进出来进出去的话，那就直接啊以实际的这个交易为准。但是欧美很多国家啊，你钱放在银行里面进啊出啊干嘛，他都给你收个手续费，收个管理费，管理成本。所以很多民众担心说，哎，这段时间利息已经够低了，大概都 一年利率大概都 1% 左右，如果银行实施这个账管费啊，管理费的话，那如果可以实施个2%或 1.5% 的话，就变成一个实质的负利率。换句话，你钱存在银行越多，那结果呢，你的这个亏损越大，因为你要支付管理成本。那银行不是不可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最近银行的烂头寸很多，不希望你来存。那怎么不希望你的存？他又不能讲说你不要来存啊，会挨骂。所以呢，他给你实施一个账管费。那我不晓得央行总裁，如果银行有人要采取这样的个变相方法实施账管费，您的态度是什么？报告卢委员呢，这个账管费中央银行会密切注意这个事情。在另外要报告的就是我们银行业对客户提供的服务收了一些手续费啊，都比国外低啊。在国外啊，你信用卡你这个信用状发一张啊，不知道收多少钱，台湾的竞争呢收的差不多非常非常低的费用。我曾比较过，我们银行跟客户收的服务费是远比英国或其他国家低的很多。那至于存款是不是会给人家收管理费用，我会密切注意。你会密切注意，那你不反对吗？但是我会密切注意这个事情。哎，这个态度有意思啊。那小市民的担心有可能变真的，银行如果说实施这个账管费，那央行总裁好像也不太反对的话，那大家会，目前我的了解还没有吧？是没有这个事情吗？目前是啊。那我们还是就是防未雨绸缪筹谋嘛，小市民的担心，那民意代表有责任来问一下哈。那这个东西我们值得再追踪。另外哈，从您刚才答复曾明忠委员的谈话里面，我不晓得我没听错，您在提到有关于降息的部分，您提到降息未必在经济上有一定的效果啊。那所以呢，或者说是它在经济效果上并不是很显著，您的意思是这样子吗？立意思是这样，就是说降息啊对于投资的功效效果不显著，是对投资行为的效果不显著。那我可不可以，如果您的认为说降息在就经济上并不是那么显著的话，那我可不可以进一步诠释，你们这个月要央行要举行理监事会，那有人认为说你们有可能继续再降息，那从你刚才发表谈话说降息在经济效果上不一定有一定显著的效果的话，那表示说这次的央行理监事会有可能维持平盘不降息，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但是呢，从欧洲小国家来看的话呢，降息可以阻止 hot money 的流入，可以维持它的热钱的流入。哦，欢迎热钱流入，可以阻止啊，阻止热钱流入啊，可以阻止啊啊热钱流入。所以你讲，因为不像利息嘛，伊都你热钱就不会进来炒，就是来探这利息哈，来赚这个利差嘛啊。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你是说降息？那所以到底那哪一个比较重要？现阶段我们是它在经济效果上不显著，但是又可以阻止热钱的话，那你觉得现阶段那我们在这个降息的政策上哪者何者为重？跟委员报告呢，我本月的下旬我要尊重另外14位理事的意见，我主持这个会议，我们要不要降息呢这才是多数决。那这段时间热钱流入的状况严重吗？从1月22号之后大量的流入，要不然我们股票怎么大幅上涨？哦，大量的流入，所以这段时间股票上涨的原因主要大概都是热钱的流入，外资大量的买超。是 那这个情形你们欢迎，如果进股市你们是欢迎的嘛？那这里面有没有人就是有投机的，他没有进股市或做投资，我们有然后来炒汇的？我们有密切注意。哎，
那到目前为止控制的都还算很好，追踪的好，所以虽然大量流入，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把它鼓励到投资面去了，台股啦或者其他。他必须要依申报的用途，他申报的用途是投资股。这段时间大家都有遵守这个规范，大概都有，但是热钱拼命在流入，那这个情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吗？我看跟 ECB 今天晚上要开会有关系的，因为 ECB 晚上啊、哦，他在预期，因为他一月份的物价下跌嘛，是，所以大家可能他今天尤其可能会扩大宽松，所以这些钱就往亚洲跑。是，最后一分钟哈，这个总裁。因为这个昨天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利率啊，我们这个台币重贬啊，这个重贬的幅度非常的大哈。那所以有人认为说这是防御性的这个贬值，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亚洲货币战争大打出手啊，大打，我把它形容是大打出手，因为大家经济不好，为了出口嘛，所以竞相贬值。那您认为说？有关于用贬值的方法来这个维持出口哈，或者是做亚洲的这个出口竞争的话，那是不是有效？那是不是这样的情形啊？有关于亚洲货币战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想哦，汇率只是影响出口的很多因素之一。我看影响出口最好是要你做的东西有人买最重要，你的产品要好，品质要好，然后生产力要提高。汇率只是影响出口众多因素之一。那昨天台币重贬，您的解读是什么？但其他国家都贬了、啊。其他国家都贬。那所以呢，我们也应该顺势而为，也贬一下。其他国家贬的时候，市场的这交易员呐、啊，他会觉得其他国家贬，台币也会贬了、啊。是一个形成一个 sentiment 的。那如果说其他国家继续贬的话，我们也会继续贬吗？这个 cycle 还会下去吗？我报告过了，我们的汇率是由供需决定。但是你不反对，如果说你不反对这种自然状态，就说如果说你认为说不是人为操纵，但是如果人家贬的话，那我们也跟贬，那大家大打出口或者亚洲货币战争的话，你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状态，不需要怎么特别去阻止它？包括委员的，我们汇率是由供需来决定。这个已经重复第三次了。好，谢谢。谢谢卢委员，谢谢总裁。谢谢。好，下一位，好，我们请吴秉睿委员。主席，麻烦请央行洪总裁。好，请总裁。总裁早哈，这个先请教 TRF 哈，因为涉及到汇率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准许这一种衍生性金融商品 TRF 的销售啊，是央行也有要同意才行。那我想请问哈。因为将来不是只有这一种衍生性金融商品，可能未来还会有在新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会出现。那央行是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这个？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审查准予这样子的商品贩售？要按一下。TRF 哦，它是由四个、好几个外币的选择权组成的衍生性商品。是。那外币选择权呢？它是在1982年12月已经开放办理，所以根据这个选择权去 structure 出来的 product 呢，它是不需要再核准。对，那你的意思是说？那么在我跟委员再报告哈，事实上这个 TRF 在1995年10月呢，已经开办了美金跟日元的 TRF， 是1997年呢跟着办美金跟人民币的 TRF， 啊，因为过去的人民币一直升嘛。所以这些从事 TRF 的都赚钱，那但是呢，在1103年3月跟1104年8月跟1104年12月，人民币有三次的贬值，三次贬值之后做 TRF 人就亏钱了。亏钱的时候，我们发现哦，这个有一些银行做 TRF 有个缺失呢，就是未评估客户从事该交易的适当性，就是 KYC 没有做好，未告知客户产品所涉及的风险及最大的可能损失。就是 KYP 没有做好。第三个呢，做 TRF 的呢，它不仅是很多不是避险，而是投机。是。所以我们在1103年3月呢，中央银行跟金管会的一个金融监理联席会议的时候，中央银行就提议应该要加强管理。所以金管会之后有三波的加强管理措施。没有错，这个是过去就 TRF 的事情了、啊。而、啊、我现在的问题是，类似。因为衍生性金融商品不一定是这一种，
它有很多种模形式，像以前的联动债等等啊。我们是要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审查机制决定它要不要贩售？这个审查机制是怎么样的状况之下来决定这个商品的贩售的过程？跟委员报告呢，因为现在大家要做金融自由化，对不对？是。所以我们原则上呢，做一些基本的管理之后，它衍生性的产品的话，就由他们自由发展。不过最主要的就是说，平常哦要monitor它了，不是说每一样东西都要你要准的，这是要monitor它，它有没有做好。那您的意思是说，衍生性金融商品，你的认为就是说它的管制程度是应该要小了？但是像美国的银行哦，你记不记得上次发生联动债之后，美国的银行对这一种其实对客户不公平的这种衍生性金融商品，是对银行采取重罚的方式啊。那台湾几乎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啊。金管会也有给他罚款了、啊。不，台湾的罚款小小的嘛。停业有。美国停业罚款。他是停止这一种 TRF 的贩售。那这个对他，我是这样认为不痛不痒，因为美国的银行在联动债被处罚是几十亿美金呢、啊。哦、那个金额是非常的巨大，跟台湾目前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台湾这到底在我们的金融界有没有一群人就针对这种衍生金融商品去研究它是否公平呢？这契约的买卖，照理来讲，风险很大的地方，利润才会很大。那如果有一种商品，它在开始设计的时候，设计者就把风险都把它推给下手，自己不承担风险，然后在那边赚钱。这个在我读法律人的眼中，这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契约啊！是报告委员啊，这可能要加强哦，就是 KYC、KYP 的这些管理，让他推出的产品呢要符合这些规定，不能够就是说只要获利了，那么让客户承担很大的风险。好，那我现在就问更进一步的问题，你赞不赞成就一个因为消费者啊、哦，他在资讯上，他在法律能力上。他在经济能力上都是相对的弱势，而且弱势很多。你赞不赞成国家在对这种衍生性金融商品应该啊，要准许他贩售之前就应该给予审查，用比较高的能力、比较高的法律能力、比较高的这个来去审查他们进来的这些衍生性金融商品是否公平？我想吴委员的意见很好，好不好？给我一段时间，给我一点时间，我去跟金管会来研究一下的。好，希望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了哈，因为今天 A 产品发生了问题，处理了，改天 B 产品又出问题 ，B 产品问题出一出，大家用一个方式来处理它，又 C 产品又出问题，这个动脑筋在设计这个游戏规则，这些人哦，他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华尔街之狼》啊。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利用自己可以设定这个游戏规则的机会，去制定不公平的契约，然后从这中间谋取暴利啊。那我们台湾哦，因为自己的市场规模小，这些衍生性金融商品几乎都是从外国来的。我们的银行只是从说难听一点的是从间贩售，然后赚一点 commission 啊，代销了。对了，啊，结果让我们自己的客户哦蒙受巨大的损失，我觉得这样相当不智啊，哈，我个人认为这样不智。那延续刚刚前面几位委员的发言了、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很多国家的都在量化宽松嘛，都在印钞票啊。哦，那美国当然现在在考虑说，他是不是要提高汇率，然后他现在不要提高他的利率，然后他不要再印钞票。可是美国以前印过啊，他 Q1、Q2 他就印了很多了。那现在日本、中国等等国家都在拼命印钞票。原因是因为想要用财政政策解决经济难题，是不是？事实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呢，都觉得说，不要让货币政策呢过度使用，应该要搭配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性的改革。而且呢，在资金宽松的情况之下，政府去推动财政政策呢，不会产生资金排挤的效果。所以财政政策呢，它的弹性的这个程式很高，在当年呢，就差不多有1.5倍。在4年里面呢，可以达到3倍。那财政政策就是有财政空间了、啊。假如没有财政空间的话，是不是把我们的民间储蓄呢导入公共政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那因为这个量化宽松的结果，我跟大家跟总裁您讲一个我的观察哈、哦。台湾其实不缺资金呐、啊，烂头寸很多嘛。是。你看刚刚银行的存款利率一直降，
还有委员担心会负利率，所以台湾是不缺钱的。台湾的问题是钱没地方去啊。现在大家就说，哎，房地产的交易现在也荡下来了。哦，像前面两个月，各个六都的这个成交量大概是去年减了40几个百分点。那你知道那成交量巨幅萎缩。好，那先不讲，因为里面关系到这个房市的这个所谓的住宅政策的问题。可是这么多的钱没地方去了，因为台湾的产业前景在哪里不知道。那要投资哪个行业？我们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生产劳动条件已经不是这个后面的这一些国家，像中国啊，像印度，他们的生产，他们现在生产成本还比我们低啊。所以我们如果光是跟人家拼价格，不是去拼这个创新，不是去拼这个品质的话，光是拼这个劳动力密集是拼不赢人家的嘛。报告我那个委员哦，是这些我们一定要排除投资障碍了，就像那些工业总会所说的五缺了，更重要的是要避免政策的不确定性，不要让投资人呢承受政策的不确定性，这个是他很难投资的。哎，这是这个原则大家都赞成啊。那什么叫不确定性？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啊。像我的看法就是我一直在讲的，把人家已经预缴10%的这个银所税，然后去保留盈余，把人家溯及既往的减税减一半，本来人家是照法律的规定。在我来看，这个就是不确定政策。然后把民间资金投入公共建设，或者是加强都更，这个都是可以做的事情了。但都更真的，我跟你说很难呐，因为只要有少数的人不赞成，然后那个法律制度越绑越紧。我现在不是跟你谈说怎么样弄经济，我现在问题是说，全世界钱都这么多了，就到处跑来跑去，大家都是想说啊。台湾是没有这样做，别的国家以邻为壑，一直印钞票，结果这些热钱跑来跑去啊，因为没有地方去嘛。就是我报告讲过的，就是 spillover effect 跑到其他国家去啊。是啊，其他国家就受影响。啊，跑来跑去的结果，这变成说我们台湾因为要跟人家我们也是要做贸易国家，所以我们也是要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是不得已啊，就变成台币也要贬了 啊不然的话怎么办呢？因为印钞票人家会贬嘛，人家印多了人家会贬嘛，那你台湾不跟着贬了，你的制造成本就跟着提高啊。所以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在想说你认为这个要怎么解决，但不他拼命印钞票就钱都没地方去啊。因为我们国家的规模齁相对的小，大概是我们去影响其他国家的力量力道比较少，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比较大。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自求多福齁。把国内的经济做好，自己在有能力的范围里面把它做好。啊，所以这个全球的量化宽松看不到它的尽头在哪里，它还是继续，大家一直拼命印钞票，这样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答案呢？这个量化宽松是2008年美国的 subprime 危机所引起的危机，到现在这个根就是在2008年美国的 subprime 次贷危机引起的。是啊，啊，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啊，根源还是在于。人贪心用坏的不公平的契约，自己想赚钱然后去伤害别人嘛。奥巴马说的 greedy。好，所以我是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回到我刚刚讲的主题，我个人是认为，对于这种衍生性金融商品，如果要到台湾来贩售的时候，国家应该要用更高的能力来研究它是否公平，而对它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比较严格的标准来检视它。好，谢谢。我跟监管会来。合作来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赖世葆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总裁。来，总裁你好。我们看那个蔡英文主席啊，准总统啊，现在产业之旅到处看啊。昨天有蔡松会啊，什么时候去你那里啊？报告赖委员呢，我想看到报纸说民进党的党部他有澄清，没有这一回事，没有说要跟中央洋座谈这一回事。我看到澄清稿，他私底下找你啊？啊？会不会私底下找你？私底下找你？没有，我
大选完了之后，我见过蔡主席一次，我也发了新闻稿，那是讨论纪念币的事情，而且事先我跟张善政副院长报告过了。就即便蔡主席在找你做什么事都不会了。不是，我只见过跟他见过一次面，也不会再见面了。我看你不太敢回答嘞、好像有在、安排哦。这个不能讲啊，因为、不能讲、大家总要活下去啊，大家活在台湾上总会见面啊，总不能够说以后不见面啊。安尼跳舞了哦，在台湾总会见得面的哦，安尼跳舞，安尼大家眼睛 keep your eyes open widely， 眼睛睁大一点，跟紧一点，跟彭总裁紧一点，一定有新闻啊，给后面的这个帅哥美女参考。这个我看了一下哦，这个陈冲修理你，字又这么大，不知道经济日报什么意思？经济日报配合陈冲修理你，是不是？字那么大，央行谈负利率没有意义，因为你说负利率五大害，他这样子啊，修理你啊，说这个是误导焦点，就是你讲那个五大害误导民众，你要不要对这个反驳一下？报告戴委员呢？我一向很尊重钱先生，好，那我说过了，台湾有2300万人，每个人都有言论的自由。我尊重其他人，我也尊重钱钟先生。没有人都有言论的自由，没有了。但是应该加一句话嘛，对他的话不以为然。我尊重他。我这句话你同意吗？啊？我这句话你同意吗？我尊重他，我不表示。所以不尊重我了。这个哈、当然讲负利率是没有意义，现在来讲当然没有意义，但是我们都看到现在是全世界啊，这个钱太多。请问你哦、台湾未来的经济前景怎么样？看啊，还是很辛苦，还是怎么样？你要不要？我在你报告有讲了哈、用你的白话文好不好？也就是说。刚才我讲过了，就从今年一二月的出口来看的话，连十三退啊，不乐观，不乐观嘛，啊、因为你看大陆二月份的出口呢 ，-25.4， 南韩-11.2， 台湾-11.8， 那台湾的商品劳务的出口占台湾的 GDP 接近60%啊，可是还有进口呢，那个你本来你要减进口啊，你要减进口啊，但是出口占比例那么高吼，是台湾一定会受到国际经济情势的影响，是避免不了的。可是现在外面的一个讲法，大家认为的讲法是说，现在因为是 over supply， 所以你怎么样去 cost down， 然后大家拼工厂要生存，拼命做的再多卖不出去，所以整个就这样子啊，所以经济来讲看不好啊，看不好是这样看不好，但是又很吊诡哦，经济看不好，为什么股市拼命涨？我们当然乐见股市涨了吼。为什么这样？是不是？ 我请问你，是不是因为钱太多？我给委员报告呢，大概从1月22号开始吼，那么我外资大量流入，1月22号到3月9号哦，外资在台股的买超达到多少？1232亿。是。所以变成台湾呢，是全世界股市的表现最好的国家。对。就是因为钱太多嘛，对不对？没有，我请问了，这些钱是不是 hard money？ 那个，我能够说，可以说它是短期资金了，因为它钱进进出出，进进出出。那它跑出去就我们就辛苦了。它是成天进出出啊，对。就是它随时可以出去，随时可以进来。随时可以，我请问你哦，以你估算，在台湾现在 hard money 还有多少？热钱估算有多少？能不能估算一下？那个就是他投资国内的股票、证券，还有保有的现金呢？那用市价来计算，大概有2000多亿美金了。2000多亿美金，还蛮你大概占了我们外汇存底的59%。那算是相当的高了哈，相当高了。因为我们有的股票80%都是被外资买持有。可是外资里面有很多假外资啊，还是内资啊，会不会？这个是不容易去分辨的。你能不能查得到？你们是管这个资金来来往往的？那个是很难，因为
你在国外你没办法去查账啊，他从国外进来你没办法去查账。外界有个说法了，说为什么你去讲负利率有无害啊，是要为降低利率做暖身，有这个动作吗？向赖委员报告，负利率是一个新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的在国会来报告的时候必须要讨论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假如我漏掉这个重要的 issue 在报纸报告上不写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尽到我中央银行总裁的责任。哦，所以你已经正式回应陈先生了。没有没有，没有回应他。有啊，怎么就已经我挑了，挑哎啊，我们在看哦，就是当外界看到不是你我的话，你还没有回答我，利率怎么看呢？利率，哎，利率就是说我下旬马上要开理事会了，我们会考量当前的通膨压力及未来物价的预期，以及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那么仔细充分讨论之后采取多数决。我们 CPI 一直很稳定嘛，对不对？ CPI 二位蛮高的啊，那不过那个是蔬菜水果短期的啦哈，过去一直很低嘛，对，所以跟其他的国家比，像日本的大学毕业生跟台湾的大学毕业生，那台湾大学毕业生购买力比他强太多了，他的物价这么高，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其实央行你的两率啊，一个汇率一个利率啊，是可以再做一点功课的，是可以再有着力点的，货币政策有着力点的，在挽救现在台湾的经济颓势，有它着力点的，对吧？赖委员报告，我们时时刻刻在注意这两个问题，时时刻刻在注意两例的问题，也就是时时刻刻都可能做好调整，在注意这两例啊。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开会？利率？我们24号开。24号好，外界有一个资料说，从去年年，从等于是今年年初吧，到现在，欧元对美金贬了10几%，人民币贬了5.6%，韩元贬了12.5%，新台币贬5.4%，所以就有一个说法，就这个是一直挑战你的啦。这个你跟外面很大不一样，就是很多人一直认为说，贬值救出口，贬值救经济，这一点你要怎么看？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出口的最大效果是所得效果，是国外的景气。那么汇率呢，只是影响出口的其中因素之一。所以，假如说出汇率能够完完解决出口的问题的话，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出口的问题，出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你要不要加入区域整合的问题啊。你像台湾跟韩国在东协的市占率。韩国跟东协签 FTA 之后，台湾就被他追过了。台湾在欧盟跟美国的市占率，韩国跟欧盟、美国签订 FTA 之后，他的市占率领先我们的扩大了。还有韩国去年跟大陆签的 FTA， 韩国的市场产品给我们很大的雷同。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不能够把很重要的问题忘记了，只有看汇率、汇率、汇率，汇率是影响出口重。换言之，你讲的是。我们跟对岸所签的服贸货贸重要性 N 倍于汇率。我是说，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讲这样，我说台湾必须要积极的加入区域经济整合。不，我再请教你这一句话对不对嘛？有一句 statement 叫做两岸的服贸货贸的重要性远高于汇率政策。我只是说，影响出口的因素很多，汇率只是其中之一。台湾必须积极的加入区域经济整合，这样。所以要签服贸货贸。那是还有后面一句话，我只讲到区域经济整合。你可以讲出来不要紧啦，对，除非说你要做行政院长，就不敢讲，对不对？不会嘛哈。520以后，我还看到你吧？520以后，我还看到你吧？应该。我们两个应该还要活很多年呢，都会看得到，没有问题。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现在新政府说要规划主权基金了。你怎么看主权基金？我看报纸哈，那是媒体写错了，是讲类主权基金，那实际的应该是国家投资公司吧？我看到的媒体的报道是，就是比较接近国发基金的行政，国发基金的整合体，是不是？或者是四大基金、五大基金、六大基金整合体，是这个意思？他那个功能哦，我的看法是跟国发会里面的
国家发展基金很类似。所以那个不是主权基金，不是主权基金。好，好，谢谢。接下来，请我们另外一位赵委徐国勇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们请彭总裁。彭总裁你好，这个昨天你的报告送过来啊，大概是我看到这么多委员会里面最具有学术性啊的一份业务报告，不过也马上被财经记者看到了，解读了，他说你可能会第三度降息。那对于这个报道，真的假的，会降息吗？像学人报告呢，每份报告呢，看的人都有不同的解读。你给我看嘛，安尼我也不能够去影响他，对不对？嗯。你像一个东西，从侧面看，从正面看，都有。横看成岭侧成峰。对啊，所以每个人的解读，我们要尊重他。他如果解读接下来都很正确，那表示你都每次被解读正确，那就是方向喽。我没办法去影响他，我必须要尊重他们去解读啊。不过，你对于降息救经济，你的看法呢？降息大概是这样的哈，就是说理论上降息是要促进有效需求了。嗯，但是促进有效需求里面有很多的方法。有钱，这是其中一样的，有很多的管道了。一个就是说、啊、，OK， 是不是能够经济当然很复杂嘛？我了解，促进投资了。所以我要问的就是说，这个可以刺激投资，也是管道之一嘛？对，还有经过财务效果哈，影响消费。所以对于张盛和昨天马上讲，因为昨天这个降息的消息一出来，张盛和也讲啊，降息救经济不好啦。这个好像跟你对干呢。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可是现在很多人解读好像在跟你对干呢。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应该是这么说了，在这个时候哈，财政政策的效果可能要比货币政策的效果大。不过从这里，当然你报告里面提到的负利率，如果负利率有害，按照你的报告里面写的，那有害还写出了五大害。可是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国家用负利率？而事实上，大家有个观点：我们现在储蓄率，我们储蓄的这个利率这么低，我们的通货膨胀都比我们的利率还要高，所以我们的实质事实上也是-啊。所以换句话讲，在这个你怎么来解释说，我们现在如果以通货膨胀扣掉我们现在这个储蓄的这个利率的话，我们还是负利率啊？跟委员报告的话，假如去年的话，我们的实质利率是正的，还是正的？正的。不过我在这里要再请教说，如果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如果说我们的现在的为什么投资会不正？如果这么多的我们的储蓄这么高，你说是正的，可是利率还是很低啊。如果以股市各方面来讲，投资进去似乎会所得更高，可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投资呢？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因为你们目的就要刺激经济，让我们经济成长嘛。像委员报告呢，嗯，影响投资，它里面一个函数里面有一些决定因素嘛，对不对？利率只是其中之一，更重要的是未来的经济展望，因为投资以后它产出是未来才有产出嘛，所以未来的经济展望好的话，它产品才有需求嘛。更重要的是你要降低它的不确定因素。这不确定因素很大的时候，他不敢投资啊！啊，不敢投资就储蓄啊！啊不啊，就是就说，不是，他是储蓄是一回事，投资储蓄没有导致投资，就是说，他决定因素第一个是未来的经济展望，第二个是不确定因素。所以你看起来未来的经济展望，台湾是好还是坏？因为台湾哦，商品劳务的出口占 GDP 比例是60%多了嘛，是不是？所以到目前的话，台湾经济成长还是深受国外景气的影响，所以不乐观。就说从今年的年初，各个国家的出口，像大陆-27%来讲的话，那么这个要达成我们的目标，大家要更加努力。所以啊，更加努力。为什么你的报告里面提到，看起来经济成长率，你还是觉得我们比去年乐观呢？去年说0.75，你认为我们今年会比去年好？今年应该可能
很可能是比去年高了，因为我们去年那就是乐观啊，那应该乐观两个字要讲出来，比去年乐观至少啊，要达成这个目标啊，要很努力。我知道你要讲这个了，你已经讲好几次了、这个。这个是比去年好了。可是是啊，那就是两个字就讲出来嘛，就是觉得一定比去年乐观嘛。哎，应该这样子讲没错吧？对，去年会比去年好，但是会达成这个目标要加倍努力。不过在这里，我要提到 TRF 的问题，因为人民就是因为储蓄的利率太低了，所以每一个人可是又不敢去投资，可是他又要想多一点利息，所以就被引导到 TRF 去了，引导到这一些衍生性的金融商品。而这些衍生性的金融商品当时的核准是你们核准的，可是核准的时候人民币的这一些 TRF 还没有进来，可是进来以后现在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有人现在是怪罪你们中央银行，因为当时在核定的时候是由银行工会自己去拟定了一些东西给你们核定，他当然拟定出来都对他有利的嘛，所以现在有人在怪罪中央银行说 TRF 你们要负很大的责任呢、也就是这个跟储蓄有关，跟投资有关，这整个都是连带的。然后这个因为 TRF 它损失越多，然后呢越不敢消费，它只好在增加储蓄啊，所以这整个经济就这样尬了一下，恶性循环啊，都愈来愈坏。所以对这个来讲，包括中央银行，你认为包括财政部、包括监管会这些，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个恶性循环让人民现在越怕，越来越怕，就越超额储蓄啊，变怎？我们经济就没办法成长，因为大家不投资嘛。而且这个循环怎么办啊？让我回答一下。当然了。TRF 是由四个外币的选择权就组成的嘛。这外币的选择权是在民国1982年12月就许可了。所以许可的时候，他就 structure 出来 product 的话，根本没有再许可的这回事嘛。对，这个我当然，但是你要总要追踪吧。它是一个 option， 是 structure product。这不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只是许可的 option、嗯。那么他就 structure 一个 product 出来，出 TRF。那 TRF 就是说，我是讲过的，这银行没有做 KYU。Know your product, know your customer 没有做好嘛？所以换句话讲，就是后阶段没有做好嘛。那后阶段没有做好，中央银行给他们建议，就是要加强建议啊。对啊，你要给他们监管，要建议啊。对啊。啊，可是后面这一段，现在很多老百姓是在怪说这一部分没有做好，怎么办？这个跟委员报告两兆都要承担责任的。就银行卖这个产品给不应该买这个产品的人，银行有责任的那客户呢？你是不是有一个不自量力去买这个东西？不自量力，客户也有。可是现在很多老百姓吧，小企业是被骗了、两边哦，他搞得太低了，3000万的资本额就可以变成专业投资人，这么讲还难。银行跟客户两边都有责任。所以我意思是说，3000万就变成专业投资人，太低了，那打不起，欠到一间厝嘛3000万，这个真的害死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些整个起来都是。包括人民的储蓄，他现在越怕就越超额储蓄，然后加上我们说我们的年金改革又有问题，年金改革有问题，那可能会破产，会破产过来惊，如果后摆退休金也袂丢，那我知道什么？我现在再储蓄，增加储蓄，为我养老准备，所以这个超额就这样恶性循环，然后储蓄买的 TRF 又被骗了，然后 TRF 骗了又更穷，啊更穷又这样子，又增加储蓄，这么一整个来，这个。问题是很大的，所以就变成没有办法去投资啊，所以经济都没办法成长啊。你看来美国至少制造业回到美国来了，所以我们台湾这怎么办呢？所以，总裁，你是不是跟这些专家爱想一下办呢？这是一整个循环，可是我似乎没有看到这一方面的说明跟报告啊，包括财政部、包括金管会都弄不光我这呢。啊，这边弄，这个就是说，我们跟金管会要沟通来协调哦，对于这些新种产品呢。是不是要给他一个加强的管理？协调管理，我看管理不好呢。譬如那天我就咨询金管会啊，我说中国银行第一次跑到台湾，竟然在卖 TRF， 金管会讲没人知啦，讲没人知呢，他们就在信义区要去公开在那边卖呢，假着经济论坛的名义在那边卖，没人知啊，你中央没人知嘛，他知的时候嘛，赶紧管起来。给他们一下建议，因为毕竟这是你们核准的，后面这一段，你们也应该有责任嘛。所以像这一部分，怎么了？我们的政府机关难道真的平面没有这种协调的能力吗？跟委员报告呢，中央银行跟金管会定期有一个金融
监理联席会议。所以中央银行就是看到 TF 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在103年3月就在联席会议里面提出来，建议要加强管理。加强管理啊，加强到什么程度？所以他就采取了三波的措施啊。103年6月、104年6月、105年1月，他就加强管理。你觉得这个措施够了吗？现在还是哀鸿遍野，现在赶快做这样改改掉呢。先委员报告了，因为这个 TR 签的契约哦，其有一段期间了。对嘛，因为契约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契约嘛。他在管理的时候吼、哦。那些契约还没有到期了，所以我的讲，一开始这个契约就不公平，熬夜的银行随时可以 就终止，然后老百姓买的这些所谓的专业投资人不能终止，一定要跟合约期满，像这一类的不公平的契约要把关啊。所以我意思就是说，这一部分真的会影响整个，包括你们的货币政策嘛，包括经济成长，这是一个循环啊，跟储蓄率也有关系嘛。啊，这一部分希望你们研究一下怎么来。整个台湾经济让它更好嘛？哦，好，谢谢，好，谢谢彭总裁，谢谢。接下来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请李应元委员质询。谢谢主席，主席。各位同仁以及我们中央银行的各位先进，大家早。主席，我得请教我们彭总裁。总裁高照，李委员好，高照好。大概这样的一个有关汇率的讨论啊，利息的讨论啊，以及和相对于美元其他货币之间相对于美元的这个走势啊，大概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论辩哈，但是我一直觉得总裁就叫我们一起这个达到稳定金融的这个政策目标了，一直守住了哈，这一点先表示我的钦佩。有人不一定赞成，有人不一定赞成哈，但是我认为这样都也度过那么多的风波就这个金融货币的市场，台湾相对稳定哈。那下面有几个问题请教哈。我想这个最近这个前天这个媒体说这个美钞哈，因为中央银行对于这个货币啊是最内行，怎么样协助这些避免这样再发生，在技术面是不是能够提供他们协助？跟委员报告了，中央银行曾经跟美国的主管机关呢，在台湾举办几次的 seminar， 告诉客户呢，告诉银行呢，怎么样帮助他。提升鉴别伪钞的功能，那这一件事情是很遗憾的事情，就是说他的 N 钞机哦没有去 update， 好、哦，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是，和美国之间就直接的就美钞的鉴别有做这样的讲习研习，所以理论上如果有照这些的，就是会发生。曾经哦，过去几年举办了5次，共23场。哦，美国有派人来。好，了解。就是很直接的，所以这个是个别银行就它的相关的机器设备。你说陶大公这个验钞机没有怎么样？它有旧的，有新的啊。哦，没用新的。啊，后来用新的才发现的。啊，这大银行啊，你这款的验钞机在欠这款钱是因小失大啊，因小失大。我想当然在昨的财政委员会已经有跟讨教过了哈，但是我想中央银行就这个部分，那让国人更加知道。中央银行其实 有在做整体金融市场的行员的还是各银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讲习鉴别能力，美国也派人鉴定能力的讲习，美国政府也派人来协助我们。好，那接下来 几个大概就是就一般的经济形势和刚刚总裁的报告应该也蛮接近的哈。第一个当然就是说这个景气一直不好哈，景气不好一直下降哈。第二张就是在负利率，刚刚总裁也讲几个国家这样的哈。那有关负利率你的看法我基本上也赞成，包括辜朝敏先生也赞成啊，辜朝敏先生也一直向日本中央银行的总裁啊黑田先生啊一直说安倍不好啦，这几个政策可能不好，但至少展现到现在的这个日元对于美元还是升值，所以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哈。这个因为都需要检验才知道，尤其从利息从10几%的利息降到这个
很低，一直降到 零利率、啊、一直降到这个负。刚刚总裁讲，这一直是最近的新生事物，是非传统的货币工具货币政策的一个工具、啊、那还有待检验的、啊、再来就是银行的存放比啊，这个烂头寸很多啊，我想这个一直都是这样讲的哈、啊。再来下一张，下一张我想这一张先跳过去了哈、啊，这张先跳过去。再来就是衰退哈、啊，就是出口在衰退的时候，因为进口衰退的更多，所以导致顺差还是继续顺差啊，所以我们的外汇存底还是一直增加嘛啊。照理讲，我们出口如果少的话，来电开料我告这啊，照理讲的话应该是。这个顺差要减少，因为油价下跌了、哦、啊，结果没有嘛，哈、哦，所以这个是一直构成这个问题。好，再下一张哈、哦，那这个都一直都是一样的，这些再下一张，超额储蓄十二兆，超额储蓄到十二兆，刚刚总裁啊也有提到这一点哈、哦。那么从2005年的0.7兆，到这个十几年间呢、啊，增加了十二兆，啊、哦，这个一方面是。能够讲说我们的财富增加，但一方面最担忧的是投资的机会，投资的相关的标的物缺少。也就是说，超额储蓄啊，储蓄率在成长，但是缓慢的成长，主要是投资率下来。呀、yeah. ，那投资下来，现在就是要解决投资的问题。对，我讲过了。我今天整个重点就下一张，就是这个所谓的财政政策的扩张、啊、我最近也看一本书了、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大紧缩啊，不一定是对的。一直和就是只有德国啊，梅克尔总理就采取这所谓有秩序的啊紧缩了哈、啊。这是德国比较特别，他研究大概一两百年的这个，大部分认为还是要扩张政策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解决这个经济问题哈、啊。所以总裁你也很多次的啊，包括今天你的报告里面也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到要采取这个。财政的政策，单纯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办法解决经济问题，啊、哦，当然产业分析的研发创新也很重要，是、哦、所以就这个部分，包括以前你所谓的发行公司债这些呢，你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啊继续啊苦口婆心啊来呼吁？也就是说，目前哦这个利率很低，就假如捷运公司啦或者发行公司债啊，那么去扩充它的投资的话。应该是对于我们的经济是有帮助的，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时候，财政政策的效率很高了，比较高，层次比较高。因为利率以前就是财政政策，假如说利率高的时候，对不对？那么民间借钱，啊，政府要去借钱，财政政策，那大家借钱的时候就把利率抬高了嘛，那利率抬高就是政府注资的效果就会层次效果会缩小。那现在利率很低嘛，你政府再怎么去借钱哦，利率都不会提高了，所以没有 coordinate effect 的，啊，这时候。财政政策成事效果了非常高，在当年就差不多 1.5 倍，四年以后可以达到3倍，所以这时候大家觉得说有财政空间的国家去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假如没有的话，台湾也希望想办法把民间的超额储蓄导入投资，特别是我们的基础建设，我们的机场啊什么东西、啊。我基本上一直都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哈、哦。那最近又看到这个顾朝敏先生哈、哦，持续的。来提醒日本政府哈啊，持续的，当然在这篇专访是提醒台湾，就是给我们的建议了哈。当然他是给各个国家来做一个建议哈。所以就我们这个部分，包括社会住宅啊，这是规千亿个代志啊，可以解决这个中低收入户的所谓的住宅的正义的问题，可以解决银行的烂头寸的问题，可以带动就业机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啊。好的一个公共投资扩大的政策哈，刚刚总裁讲的机场的第三个跑道，赶快快速来建设哈，让这个甚至我个人的主张，当机场跑道弄好，机场捷运弄好之后，松山机场处理掉哦，让整个松山机场，让整个台北改头换面哦，在那个地方来兴建大的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是这样，你要坐人要来看，啊，故宫博物院安尼缩甲剩咧在山东内底。无法度处理，而且南部较无方便，有南部的故宫，也有北部的故宫，和这个全世界人来观光来看，无法度做。我想这些都是重要的公共投资的项目、哦、另外还有一项，我个人也是认为说，最近呢、啊，这所谓老旧建筑物啊，老旧建筑物你明明知讲台湾一定会跌宕，
一地当每五年定有一个中型以上的，像台南这样算是中型的一个灾害。你若先甲救，十亿就处理掉啊。你唔甲救，就开几百亿，唔啦开几百亿，这是金钱的损失啊。恰好发生在节庆，过年先，大家也不敢出来庆祝新年，不敢大量消费，不敢到餐厅里面吆喝，大啉大吃，经济嘛无得叮当。这是社会面的这个精神面的一个对经济的损害。哦，所以我刚刚捋出这个物件，让这个几万栋、几十万栋的老旧建筑物赶快透过国家力量来处理。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事情啊是重要的事情啊，觉得总裁也一直都呼吁，我讲过都更啊，一直都呼吁这样的事情，所以很有必要了哈。那就这个顾朝明一直讲很迷人的话，迄个这个连美国的联准会的主席也都参考了，所以我认为 我跟他见过面，我有跟他见过面。哦，很好，所以我觉得总裁作为一个十一 A 不能留掉十二 A 总裁哈，我是干嘛？包括你讲的。你们这些大国处理这样的一个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导致其他的国家外溢的效果，损害了其他的国家的金融秩序嘛？我干嘛？那买在大声讲啊！哦，那你专家的基础嘛？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所以我在报告里面写了。哎，对我除了这个报告，因为报告太快了，没看不完。我想为适当的时间呢、啊，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啊，总裁以前参加亚洲这个银行的会议，类似这样的场合啊。他那个曝光更好，代表我们总是也是一个过去的四小龙，马博下拜了，马博下拜哈，我们自然我有我们的发言的空间了。我想这一点呢、啊，建议总裁啊，多多利用你这样的一个过去啊，受到国际肯定的一个地位啊，多多来讲，也让国内的产业界来参考。好、哦，最后一点请教，类主权基金呢、啊，你赞成吗？我看哦，那个亏损的。那个我看报纸登了，它应该是一个国家投资公司了。其实就是这样。那个是跟国花基金里面的国花基金很类似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了，它有办法把促进把我们的储蓄导入投资哦，这是很好的事情。那因为你没有民间导出，民间没信心嘛。对。啊，所以你政府大来来导出，但民间看到你政府的政策方向，所以他就愿意带进来嘛。对。所以这个部分呢？但是政府又不能够举债、啊，所以你认为有哪些裁员是可能的裁员？我看媒体报道，他是很多裁员啊，有些事实上他是说，是不是在国发会里面的国发基金里面是一个子公司啦、啊，或者是引进资金啦、啊？事实上，我们的四大退休基金有几兆的钱啊，是啊，几兆的钱有一部分哦，很多国家是做另类投资，所谓另类投资就可以去参加创投。那个主席再借20秒，最后一张。那个总裁哈，中央银行法第二十条，本行为了协助经济建设，得设立各种基金，运用金融机构转存之储蓄存款。现在超额储蓄这么多及其他专款，办理对银行中长期放款的再融通，这个部分来刺激这个有没有适用的地方？因为不促进经济，这个跟国发基金，不，国家投资公司好像是不是很相似？就不同的，我就说不同的路径。哎、欸，我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路径之一？这个跟那个方不同，不同。我当然了解不同。但是这个都就看到它有很多管道了啊、哦，它有政府的出资，那也有引进民间的资金。好、哦，我想那个四大基金可以用另类投资的方式参与。好，我想这个部分呢、啊，总裁李东是财经专家了，希望你就这个部分呢、啊、多多发挥了，好、哦，多多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建言，谢谢。谢谢。报告各委员，我们从9点开会到现在已经一个半小时，我们是不是休息个5分钟，让大家洗个手一下哈？谢谢大家。
好，各位同仁，请大家回座哈，来维持现场秩序，尽速就座，谢谢。在废委员质询之前，我们介绍一下本会一位新的委员哈，陈赖素梅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费宏泰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总裁，各位列席的官员，主席帮我请一下彭总裁，好吧？是，总裁，我刚才这个也有听到赖斯堡委员啊请教你啊，我今天也准备了这样子的问题啊，就是总统当选人呢、蔡英文啊，在上个月拜访机械业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子说哈、不会放任汇率影响到产业的发展。我想台中啊，大概是工具机啊哈，工具机的业者常常就。尤其有一家了哈，一天到晚讲说要汇率要贬值贬值，否则他经营不下去啊等等哈。包括新竹也有类似的产业，以前一直在这样讲过哈。当然你说蔡英文啊后来澄清了哈，澄清没，但是确实当时的报纸我是有看的哈。我当时我看了，我想哎，这个题目啊，等到我咨询你的时候一定会来请教你。当然事后我觉得他可能觉得他讲话不妥了、讲话不妥哈、这里面就会引申出一个问题，请问你当两个月以后他正式上任总统以后，那产业界一定会给他，尤其是到获利不好的时候啊，或者出口受了影响的时候，我们知道工具机半导体他们那些常常讲嘛，对不对啊？还给你挑，给你这个等于公开的给你校正哈。请问蔡英文还没上任就这样子讲，日后啊，他不断的在当着产业界的面前啊，他不会当着你的面前对你指指点点，请问你会坚持你的立场吗？跟你的专业吗？报告会员，过去十八年来。我历任十几位的行政院长，已经有三位的总统，这些长官一向尊重中央银行的理事会依中央银行法行使职权，我非常的感谢他们。我当立委今年第十二年，一直在财政委员会，我也从来不去问你利率跟汇率的事，也绝对不会，不管公开私下都不会去影响你这方面这样子的专业哈。那我也想请教一下哈，陈水扁前总统跟马英九总统有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类似的话？我没有听到，真的没有，我也没有听过啊。陈水扁总统第二任，我当立法委员，马英九总统这八年，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他们讲利率汇率可不可以讨论，当然可以讨论。但是我觉得总统不宜去在公开的场合为了迎合某一个业者或者某一次什么会议去做这样子的话哈。在这里真的是觉得蔡英文这个总统当选人啊，跟陈水扁跟马英九这个叫当下立判啊。这个当然这汇率利率啊大家是关心的，那会影响到他的生意，会影响到这个产业，甚至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我是觉得在其他的场合是啊，其他的人学者业者，其实我觉得像工具机的业者，像半导体的业者讲出这话，我觉得没什么不妥，因为他表达他自己的心声，他觉得这会影响到他的生意，会影响到产业的发展。我就觉得让你们听听，让央行的这个理事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个参考，也让社会大众去重视这个事情，当然是对的了哈，当然是对的。当然，今天
经济日报也很显著的在谈到陈冲前院长啊，针对啊说这个负利率的事情，其实我倒不是这样子看的、啊，我觉得陈冲也没有对你挑衅，陈冲呢其实讲的重点是在电子货币的问题吧，啊，你谈到负利率，台湾好像我个人是反对负利率的，负利率对台湾呢、啊、只会带来灾害的。不会带给台湾，我们不要去赶这个时髦，那个时髦的国家都会后悔的哈。就像安倍三件里面有些东西是扭曲经济学的原理，它为最后的下场未必会好的了哈。但是我是觉得负利率的这个事情，除了要避免之外，我们还要考虑，你现在在降息降到最后就是。那就要面临到负利率的问题了嘛，所以我是觉得央行是不是也努力一下了，如何让我们 idle 的这些钱，闲置的这些钱，能够把它放出去，加入到产业的投资，加入到国家的建设，这个当然不是你的业务了，但是我是觉得央行某种程度帮国家去思考一下，去想一想，这个我们也可以避免一些负利率的问题，我也反映一些退休的人的一些心声了。央行的降息对退休的人，因为台湾不是一个社会福利的国家嘛，不是以社会福利为主的一个国家，不像北欧、像中南美那样子，对他们而对退休的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坐吃山空啊。我想会员这个。意见的非常的正确，所以台湾最大的目的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储蓄呢导入投资，那么你储蓄导入投资利率就不会降下来了。当然，好。然后呢，我也报告过了，现在投资的主要的 determinant 是未来经济成长率的预期以及不确定因素，所以政府一定要想办法哈，像工业总会五缺，那你这个东西没有生产要素，你怎么投资呢？还有更重要的是，我只点到了，就是政府的政策的不确定性一定要排除。假如你政策反反复复的话，老百姓怎么投资呢？哦，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有国家地区的稳定啊，啊，政策不能反复，国家的要稳定。任何一个啊，我们讲说国外从我记得从。台中的县长叫什么廖永来以后啊，重大的投资案就不见了，再也不会来了哈。两岸如果说不稳定的话，我想连不要说外资了，连内资啊，我们自己的资本大概也很不太愿意去投资了哈。我想请教一个我长期关心的问题啊，在陈冲刚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我帮金管会推动了 OSU。哦，推动 OSU 啊，这几年呢、啊，因为在去年在选举的时候啊，我们也太忙，就没有再去利用机会去请教啊，金管会跟央行哈、啊。台湾我们知道大陆啊，最近需要开放这个保险的执照，可是大陆的保险的人才是不足的，所以他不敢开放的太快啊。那台湾在这一方面呢、啊？的能力啊，远远赢过香港跟中国大陆。那我们大陆又不会发执照给台湾的我们的保险业者，当然 OSU 是可以让他获利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哈。我讲一个事，我不是在挑拨什么事情，我是一直希望团队是要进步的哈，是要团结的。金管会那边说，央行不让。OSU 去蓬勃发展，有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这回事。我因为 OSU 牵涉到外汇的部分，当然是央行的业务啊，有相关报告啊。这次是境外的，我们不会去管了。它是对 non-resident， 它可以做。实际上 OSU 到现在已经有几家开业 ，OSU 17家。那 OIU 有13家开位，我想事后我再跟委员报告。假如说他指的是什么东西，我一项一项去了解，好不好？这个总裁，我们也知道啊，台湾的经济规模很小，那我们的银行呢，
银行讲，我们谈到 OBU 啊，银行是 overbanking， 所以银行业很多的获利啊来自于 OBU。同样的，我们的保险 O 这个 OIU 啊，跟这个 OSU 啊，跟我们的这个证券啊，两个啊都也很类似，也是耗子太多了，保险公司太多了啊。我刚才从保险的人才跟证券的人，这样路线证券人也是一样，我们讲 OSU 啊，很多我就问说 OSU 我们推动了那么多年，我们先推动 OSU， 两年多前我大力的推动的结果，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 OSU 获利那么少啊？有几个人给我不好意思讲，他说央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了，还是你们的外汇局啊那个地方啊，他说主力来自于央行。总裁，如果有人有好几个人这样子跟我讲，好几个管道这样子跟我讲啊，我觉得我不想对你们讲太重的话，回去查查看，为什么这些产业的人会有这样子的心声？我下午马上跟金管会沟通。OK， 这两件事，我是觉得 OSU 啊跟 OIU 啊，央行在外汇这个部分，只要在风险无余之下，我觉得是应该要朝鼓励的啦。因为赚境外的钱有什么不好呢？我下午就去了解 ，OK， 结果我会跟委员报告。好，谢谢。好，请陈赖素梅委员质询。我现在要请我们央行的总裁彭淮南彭总裁。总裁好。在我还没有进来当立法委员之前，我就知道您的那个是我的学长。当时我念新竹高商的时候有听过您的大名，所以对您是既敬佩又觉得您是非常了不起的金融界的奇葩。那现在呢，我作为学妹的我将就有几点想跟您请教，因为有一点感冒，所以喉咙有点沙哑，不好意思。那我在中央银行的业务报告当中洋洋洒洒的针对我们台湾的经济跟全球的经济都做了很详细的分析，也有很多的图表，那我也都一一的来很认真的看过。那针对我们台湾目前的窘境也提出了很多的原因跟探讨哈，当然这探讨当中也有关于全国的景气影响着我们台湾的一个县政当局的一个景气。那我们都知道台湾目前的经济真的是陷入了长黑了哈，所以大家都很期盼哈能够有好的政策能够让我们的经济能够复苏。那我针对几项会影响台湾的观点还有我们因应的对策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总裁总裁应该会了解到哈，我们台湾的经济跟中国大陆有联动关系，而且是非常的深远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系。那我想请教一下总裁，那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正在有两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是哪两会？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就是政协会跟全代会，这就是对刚开完了。对对，那因为我在您的报告里面有看到很多的详尽的报告，但是我没有看到您对于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开着这两会当中会对我们台湾经济的影响有哪些的探讨。给委员报告呢，这两会里面一个是政协，一个是联代那么它定调就是说成长率第一次由6.5到7一个论节是好，那么是这样。那么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达成这个经济成长率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它假如说它经济成长率能够高一点的话，它就会增加进口，
对不对？那我因为我们的出口很多都会仰赖中国大陆嘛，哈，因为它是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出口市场。对，那他们的经济成长率，刚刚总裁也提到6.5%到7%之间，那这对我们的出口的影响是有怎么样的影响？因为它假如经济成长率高的话，我们最大的出口会增加。出口会增加，对，它经济增长率高，我们最大出口会增加。那面对台湾出口衰退的状况之下，我们央行只能用汇率的手段吗？有没有进行其他跨部会的一个整一个整顿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呢？这一个是一个这个出口哈、哦，出口 slow down 这一个全球的现象，刚才我已经报告过了，韩国啊。大陆二月份的出口也是降低很多啊，哦，这是一个全球这个整个贸易成长哦 slow down 下来，这个全球的现象，台湾、韩国，那么中国大陆二月衰退了20%+更严重啊，啊，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讲过了，就是说台湾哦怎么样一定要加入区域整合，因为区域整合这个是很重要的，哎，这因为第一个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的。韩国、啊、跟东协啊签了 FTA 之后啊，那么我们东协的市占率比他高啊，然后就被他追过了。然后呢，韩国跟欧盟跟美国签了 FTA 之后，他的市占率比我们高，比他高一点，现在扩大。韩国在去年底又跟大陆签了 FTA， 那 FTA 我们很多产业呢，我们产品哦、啊、跟韩国的产品很类似，同时大陆又是主要的市场，所以这个是会在台湾。产业有所影响。好，那另外呢，我就想请教总裁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哈，欧盟还有日本都相继的提出负利率的实施哈，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台湾有没有可能用负利率的方式来做经济的一个复苏的一个手段呢？像委员报告呢，负利率是一个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那我们的放款的持续成长，不像呢日本跟欧盟哦放款在萎缩啊。第二个，我们的利率很高，我们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的利率要达到0.9%+，所以我们的传统货币政策的工具有很大的空间。哦，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存款的那个比例是很高的，利率还很高，是，所以我们负利率的实施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是这样的意思吗？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那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哈，在我们主权财富基金，简称主权基金当中哈，这是由我们国家政府成立的基金嘛哈，那这个基金当中啊哈，由政府为主导哈，那是我们的长期的一个投资，我们规模的基金大概有多少钱？跟委员报告呢，这个大概是外电大概去访问台经院的副院长龚明星先生，在 Bloomberg 去访问他写出来的哈，他我也没有看到他规模讲多少，事实上他虽然是讲是亏塞这个主权基金，事实上他是一个国家的投资公司，应该是这样。我们新政府目前有提出类主权基金这个概念，那个、这类主权基金这个概念是，那个他说。他后来澄清，不是类主权基金，应该是正式的名称，应该是国家投资公司，就是由我们的国发会、对国营事业，还有我们的金融机构，以及我们的发展基金、民间团体，民间团体，那我们政府是最大的一个股东嘛，哈，是不是？那我想请问总裁一下哈，在我们目前既有的一个劳保。劳退以及我们的国民年金，再加上退辅基金，这些规模都将近已经有了3兆左右的规模。是。那这样的规模当中，这些基金有没有可能把它整并起来？整并起来，方便我们政府可以去灵活的运用呢？我想哦，委员提到这个问题，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因为它这4个基金是不同的立法、不同的法条成立的。但是我是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合作上班了哈，那么享受资源，怎么样去研究投资策略哈，可以提升他的绩效。我在没有修法之前，我想可以这么做。那其次呢，
这些基金呢，在国外啊，都有一类叫做另类投资哦。另类投资就是叫创投这件事情哈。我想也可以将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呢，这四大基金有一点钱呢，投资这些国家投资公司。好，谢谢，谢谢总裁。谢谢。请罗明才委员质询。主席各位，粗略习惯一点哈。主席各位，请彭总裁。尊敬的彭总裁，你好。大家对彭总裁、可以说是非常的敬佩，全世界对彭总裁的评比啊，也都相当相当高啊。因为在这个整个世界经济啊，可以说是混乱不明的这个情况之下，台湾啊，在两大之间啊，在海峡之间，狂风巨浪还要依然呢、不断的稳定向前呢、那我们很佩服总裁。不过我想请教总裁啊，你在的话还好，请问总裁的任期到什么时候？大概还有一年十一个月。一年十一个月，我们都在五二零就到了，会不会因为五二零到的时候，总裁可能就高升，或者是这个回去可能休息了？告老还乡是有怎么样的选择啊？因为这个攸关啊整个台湾经济的发展啊，整个台币汇率啊、这个稳定的情况。那如果说时间到了，总裁有没有属意的接班人？有没有比较亮一点的？会不会造成感觉上啊有这个人才有断炊的情况出现？是不是可以请总裁说明一下？人才很多。中安洋也有很多的人才，比如说哪一位？不要说 A 啦，0.5 A 的有没有？因为总裁有十，现在12个 A 嘛哈。大概我只能够说，我们国家人才很多，不会有问题。不，现在很多企业界都很担心呢、一个是520到总裁会不会被换掉？一个是过了一年多以后，那谁来接班呢？万一挺不住的话怎么办？台币会不会一泻千里？哦，会不会造成整个这个经济的动荡？这个都是我们所忧心忡忡的地方啊！不晓得总裁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人才培育的计划？像委员报告呢，中安洋已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我想中安洋现在未来都会运作的很顺畅。是，请委员不要担心。好，那520会不会面临这个人事调动的问题？还是因为总裁这个是比较独立的机构，可以做满做好，做到任期结束？还是不是总裁可以决定？我罗委员，我们可不可以回到财经的议题，好不好？回来了没有？好，好，其实我是很关心的、因为很多企业界都担心的、好，真的。好，这个总裁如果说这个不方便讲，那我再请教一下。最近我们看到啊，台股啊乌鸡之谈啊，就是莫名其妙涨了快1000点哦。很多人说，台湾现在面对整个经济的局势啊，连13黑，可能连14、15黑，出口不旺盛的情况之下，那各方面数据显示啊，包括整个这个房屋的交易这个情况，大概跌到。哦，这个成交量啊，大概跌了快90%左右，整个房市啊，可以说是一滩死水，各个数据都不好的情况，那股市为什么会涨呢？我们发现外资不断的汇入，请教一下总裁啊，最近今年开始啊，外资持续的汇入啊，大概累计的金额有多少？最近是不是还有持续汇入的情况？向委员报告呢，从1月22号。到3月9号，外资在台股买超达到1232亿，他们持续买超。现在还是持续买，是什么理由呢？ Okay, 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整个世界上啊，因为跟委员报告了，因为 ECB 呢，那个 Draghi 他讲过话，他说全球 emerging market 的经济吼的 downside risk 的风险提高。第二个，商品跟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还有地缘政治的
风险提高，再加上呢 ECB 呢在欧元区呢它的利率物价是下跌的，所以它可能会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这是一个，所以它钱就往亚洲跑啊，它最近也跑到韩国去啊，不止台湾了、啊、它第二个呢，我们分析过了，我们的股票的 PE ratio 呢还是相对的低的。第三个呢，我们的股票呢发的现金股利发得很好，非常多的现金股利，所以这样外资持续汇入的情况会不会再持续发生？我想很多事情不可能一直下去嘛，对不对？它总是有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所以它汇了1000多亿进来了以后，我们发现啊，这些钱究竟有没有投入股市，或是只是做台币外汇的炒作？他买了1232亿啊。啊，汇入来的金额是刚好等于投入股市的金额吗？约略，约略，约略哈、哦。好，我们看一下国际的炒家、啊、非常非常多了。比如说美元呐、啊，在一年前是大家持续看空的，结果、啊、这个反转了、啊，美元又涨，日币啊更吊诡啊。日币本来这个总裁在这里讲哦，那时候总裁讲得很准，他说日币跟美元的关系啊，大概从这个8-90块左右啊，一路开始贬值啊，贬到100的时候，很多人请教总裁啊，总裁说还没见到底啊。果不其然，日币连续下贬，贬到125左右兑换一美元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总裁是神准的啊。可是照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有讲吗？有，在这里我有问过了，上一届的时候有问过哈、哦。那突然急转，你看看，日本已经开始实施负利率了，结果跌破了大家的眼镜，居然日币反转升值，升到大概113兑一美元。是，说今天也是。这看不懂啊，是不是可以请总裁来说明一下，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还有另外当然很重视的、啊、美国的这个经济局势啊，现在不断的好转，大家外界都觉得、哦、美国很可能啊即将在3月、4月的时候会调高它的利率。如果美国调高利率的时候，对台湾整个这个银行界、这个金融界啊联动的影响是怎么样？是不是也可以请总裁说明一下？报告罗委员呢，日本的金融市场呢，这几年来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呢。假如股票市场跌的时候，日元会升值，但是这一段时间日本的股票跌，这日元升值，这是一个日本汇率的问题。第二个件事情呢，汇的呢，那么它会不会升息，我们没办法替它预测，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指标来观察，就是市场的利率期货，用那利率期货去推估呢，它未来有多少获利率会升息，它三月会不会升息呢？它的获利率只有8%， OK？ 假如50%以上的呢，它今年有2次会升息，就是9月跟12月。假如有40%以上的呢，可能会有3次。不过这个利率期货每天都在变动，我今天讲的只是昨天的资料，到明天后天也不一定一样。我只是说市场的预期跟委员报告。费的如果升息的话，台湾有没有升息的空间？因为我们看的台湾现在油资非常多啊，总裁，我们现在台湾大概有多少的油资？我们有超额储蓄，我这里讲过，我们有 很多的超额，超额非常多嘛。对，我们整体算一算，大概是28兆左右吧，是不是？很多。28兆，房地产的部分有多少？9兆，中小企业放款有多少？大概4兆多啊。所以整个储蓄跟放贷出去了，我们大概有10几兆的油资停在那个地方啊。我现在听说很多这个银行啊，你钱存银行它都不想收啊，连银行很多的这个钱要送到中央银行去啊，中央银行的态度也是说你不要过来了。 NCD 已经发太多了嘛，我们现在累计 NCD 这样加起来发了多少？跟转存款加起来差不多9兆。九兆了，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数字，这代表什么？代表钱非常非常多，钱没有地方投资，国内没有重大的建设可以投资，大家不想花钱，大家现在保本，保的是什么？保的是现金。
要不要投资房地产？不要，房地产不断的跌啊！我想请教这个总裁啊，在上一次的时候啊，这个央行理事会已经对于若干的区域啊做放宽的房地产的贷款的这个松绑啊，房地产现在持续的低迷啊，有没有下修的空间？有没有可能啊，央行继续啊，在采取啊对房地产放款核贷的这个宽松的这个情况啊，会不会再让它宽松一点？因为房地产市场呢跟金融稳定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中央银行会密切房地产的发展呢，随时注意这件事情。我们要随时注意这个事情，还会继续来看就对了。会注意，会继续注意这个事情。不会让房地产垮掉吧？实在，我们房地产是涨得很高了，现在只是一个 correction 调整一下子而已。还会下修大概百分之几？有没有10%的空间？我没办法做预测，因为之前已经下修大概15%左右了，会不会再下修10%？只看你这个新的房屋还是旧的房屋了。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很想再问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我大概30秒了。民国38年啊，蒋中正从大陆来的时候，究竟带了多少的黄金啊？我们上次去这个会刊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堆的黄金放在那个地方哦，上面还有斑驳的这个有点锈。生锈的黄黄绿绿的，大概是这样。大概有多少的黄金？就是民国50年呢，中央银行复业的时候，台湾银行转给中央的黄金是108万英两，约为黄金库存的8%。那请问这些黄金算一算，以现在大概一盎司是1350块左右的美元哦，大概市值是多少？外传有大概600亿啊，这个是属于应该是属于谁的？应该是450亿吧。啊、哦，450亿，好，没关系，因为之前大概算是到1700块美元的时候，好，假设450亿的美元啊，哎、欸、的这个价值啊，450亿黄金的价值，这些黄金究竟是属于谁的？我们现在社会讲的就是叫转型正义嘛，是谁的就应该还给谁吧？属于中华民国的。中华民国这些黄金是谁带过来的？是哪个党？因为这个是台湾银行转给中央银行啊，好，那我台湾银行的来源的话，我还要去了解。这是台湾银行转给中央银行。当初是不是有白纸黑字？好像有做一个交接吧？好像白纸黑字都有签名啊。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属于国民党的党产？国民党的党产就不会交给台湾银行了，是不是？因为这是国家的资产，才会交给台湾银行。交给台湾银行，可是当初台湾没有黄金啊，那黄金是谁带过来的？有可能是政府带过来的。政府带过来，那是属于哪一个政府？当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啊。中华民国政府，那当初交接这些黄金是谁交给中华民国政府的？他总是有一个白纸黑字有签嘛。我们上去检查的时候，去这个会刊的时候有看到，他有说啊。上面都交接都有啊，交接名册名簿都有啊。那我们现在要了解的就是哈、哦，还原真实啊，究竟是谁把黄金带过来的？哦，那时候这些黄金是谁捐献出来的？捐也要有一个这个捐赠仪式啊。如果没有捐赠仪式，有交接仪式啊，是不是哦？可以协助一下，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哈、哦，一份给本席，好、哦、作为问政的参考，谢谢。谢谢。报告各委员哈，刚才罗明才委员有质询一个议题哈，是有关于彭总裁任期的关系。那我花一点点时间哈，因为这个不是不只是罗委员他的职权个人质询，还关系到财委会的运作。所以换句话说呢，彭总裁刚才提到他的任期还有1年11个月，不过到520之后，他是不是能够继续留用？他自己没有办法回答。那因为这个东西关系到财委会的运作，所以主席在这个地方哈特别做一点呼吁。因为其他部会首长的人事在520之后，我们尊重新政府他们的人事权，不过央行是独立的机关，所以我们呼吁新政府要尊重彭总裁剩下的任期不能够干预。所以我们希望在520之后，因为520之后还在
本届第一会期的会期当中，那么我们希望啊，能够彭总裁继续留用，尊重彭总裁的任期。那央行独立机关，那总裁的任期呢，也不应该被干预。那这个涉及到招委还有财委会，在本会期当中对于央行议程的安排关系重大啊。那这是财委会制度的问题。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提出这样的呼吁啊，那提醒新政府要重视啊，央行是个独立机关，那总裁是有任期的，那他的任期不应该被干预、被剥夺。所以总裁没有，就是说他是不是留用的问题，他就是应该要继续完成他的任期啊。那以上跟大家做个报告，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质询。哎，麻烦主席有请彭总裁。哎，总裁您好，我其实20年前有跟中央银行结缘，那时候通过高考法制人员到中央银行去 interview， 他们给我的第一个条件是，你如果要通过，最少要待3年，因为中央银行不想浪费资源培养一个人，结果他就跑掉了。因为我那时候另有出国念书的计划，所以只有忍痛放弃这个机会。不过那时候如果能够留在中央银行服务的话，看到贵行在很多业务上面兢兢业业的表现，那提出内容很完善的报告，我个人对央行的同仁还有总裁表示非常高度的肯定。首先要谢谢黄委员的鼓励，其实我们要表示惋惜了，惋惜这个机会中央银行。要不然你现在有可能成为央行储备总裁人选呢？不敢不敢不敢，那个主席过奖了。那个今天有很多委员都提到有关于可能大家可能现在讨论的话题在日本实施负利率以后，那可能对于央行在这一次的报告当中对于负利率所提出来的正反两面的评估，那也非常关心台湾接下来可能基本上面的走向。那不过我想要首先点出来的，或许有一点跟过去委员所提出来的问题继续延续就是说我们现在明目上面的利率虽然看起来还不是负的啦，大概还有一点多，但是你如果扣掉通膨率的话，事实上我们实质的利率已经非常非常低，甚至在去年我们的物价是下跌的。对，但是你是只有2015年。比较特别嘛，因为那个时候油价下跌的原因嘛，所以实质的利率看起来会稍微高一点嘛。但是我看过去这几年实质上面，我表整理出来，包括2011、2012，都是呈现实质负利率的状态。那2016年，我看您的报告就是说，如果是用 Global Insight， 你对于Global Insight 的通膨，它的预期是 0.9， 我们主计总数是 0.65 嘛。那这样看起来的话，今年实质上面的利率也不会像去年因为可能通膨变成负数而有这样子的情况。不过我要直接问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大家虽然都了解了，就是说实施比较低的利率是在刺激整个景气，希望大家把钱能够往消费或是往投资的方向去迈进。但是这个政策老实说也实施了蛮多年的啦。那对于这几年实施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希望能够把这些钱导入消费或投资，整个具体上面的成效，不晓得总裁您的看法如何？跟委员报告，就是我的报告里面也讲过了，就是事实上负利率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采用量化宽松嘛，量化宽松的结果呢，银行钱又把它存到中央银行里面去，所以他逼他要逼他出去，所以他对他的超额准备给他扣利息嘛。但是负利率来讲的话，第一个，汇率是有效果的。除了日本以外，其他国家的汇率真的是达到本质的效果。而它的通膨预期呢，我们用那个 tip 去给它算的通膨预期的话，没有提高，反而下降。没有，总裁不好意思我现在不是在问那个其他国家负利率的经验，我指的是说我国
过去这几年我们虽然没有采取负利率，但是我要点出来的是我们实质的利率算是低的嘛。对对。那我相信央行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绝对是利益良善，希望就有比较低的实质利率，然后能够促进投资还有消费。是。那过去这几年的经验累积下来，不晓得总裁对于这件事情预期的效果是不是有达成？对于整个我们现在实施这么低的利率的政策，延续这几年下来，不晓得您有没有什么评估跟看法？跟委员报告了，就是说，在利率在高水准的时候降下来的时候，它对于有效需求的效果会比较大。假如利率已经低到某一个水准，在降的时候，根据实证的研究，它的效果会比较小。所以我大概可以换句话说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持续的去实施低的利率，但是可能从货币政策的立场来讲，央行能做的大概都做了，其他的大概都超出央行的职权范围之外了。所以我在呼吁，就是说要一个集体的措施，就是说除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外，要搭配财政政策，特别是在利率低的时候，财政政策效果特别大。因为在普通时候用财政政策会产生资金的排挤效果，会把利率抬高。但目前呢，你采用宽松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利率不会调高，所以它的层次会很高的。另外就是要结构性的改革。谢谢总裁哦。去年在大概我记得是五六月的时候，因为面临的日韩两个币值的贬值啊，曾经有一股声浪出来啊，就是说希望能够压低我们的汇率。是。那那个时候，我目前手上的资料啊，是总裁非常豪气的直接说说 no， 说我们面对啊国际竞争，台湾企业要提高生产力。那我不知道说，总裁如果未来再度面临禁贬这样的状况的话，是不是会维持像去年一样的立场？像委员报告呢，我在站在这个地方，我的答案永远是汇率由市场供需决定的。我一直强调汇率由市场供需决定，跟委员报告了，汇率哦，你比我清楚，汇率不是单单台湾的问题。美国财政部每年出示两次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将来 TPP 呢，它后面还有汇率条款，所以汇率不是单单我们有为所欲为的自由。没有，我事实上啊，去特别点出去年这件事情啊，就是说，我对于你去年能够有那样的风骨，顶住这样子的压力，我事实上是非常肯定的。那希望未来，如果在面临相同的情况的时候，央行还是能够顶得住压力啊，能够坚持刚刚总裁所讲的那个原则。但是不晓得总裁看不看得出来这一个画面是什么？这个是耶伦吧？是不是耶伦？没有错，这个画面啊是美国联准会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啊的画的画面。board meeting 的时候会 meeting room 大概是？对，没有错。那其实我没有去参加联准会的开会啊，但是总裁知道我怎么可以拿到这张照片吗？我只要上联准会的网站，就可以看到他们联准会开会的状况啊。因为我在财政委员会是新兵啊，从来没有面对过央行，所以我在家做功课的时候，我就第一步先去央行的网站上看上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后来又到美国联准会的网站上面看。看到我在上面啊，竟然可以看到他们联准会 board meeting 在开会的状况完整的影带，看每一个委员的发言，我就觉得很好奇说，他们到底的规范是什么？结果在他们的阳光法案之下，他们的 board meeting 啊，事实上整个会议记录是有公开的。那里面我知道里面有鹰派跟鸽派的委员，两个有不同的出身，他们可能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不一样。那但是正是透过这样子充分的讨论啊，跟资讯的公开，让对整个总体经济产生会影响很大的汇价利率到底是怎么形成决定的，可以让更多人有资讯沟通的管道。那我不晓得说总裁会不会考虑说未来央行理监事会的会议，我现在还不敢直接要求那么激烈啊，说这样的转播，但是最起码是事后的会议记录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公开？跟委员报告呢，事实上我们每次理事会理监事会联席会议之后，中央银行都会召开记者会。这个我了解，我们在记者会里面跟媒体有做充分的沟通。没有，因为现在外界其实大家比较
产生比较多讨论的、啊，因为去年财委会开会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在讨论九月、十二月是不是要再调降利率的时候，也有问总裁，那总裁说就是一致决，那就是大家都看法，事实上都一样。那过去央行很多理监事会议的决议，我看记录似乎也都是一致决，但是我是可以建请啊，总裁还有央行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比照其他国家。像有其央行地位的国家，他们事实上在事后的会议记录，事实上都可以公开，让大家看到说，哎，每一个委员在针对这些议题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们的看法是什么？那这个只是建请总裁或者跟央行的同事进一步的讨论，谢谢，看一下其他国家的做法。那我觉得对于整个关心整个台湾总体经济发展、汇价还有利率的人，对于整个央行做成什么决策，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还有考虑的因素到底是什么？谢谢。那接下来这个表啊，是 MSCI 在2010年的时候啊，曾经把台湾放进观察名单，就是要不要把我们从 emerging market 到已发展的经济体。那他们说他们要开始把台湾放到可能评估的名单当中。那这里，因为我担心字太小，总裁看不到，所以我今天早上开会以前有把2014年的报告给了总裁。2014年的报告，他们决定把台湾移除观察名单，还是把我们放在那个还是放在 Advanced Emerging Market 的，是不是可以再给我30秒，主席，让我把它结束掉？那他事实上点出来啊，台湾之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已开发的经济体，他点出了说，哎，台湾目前的资本市场或者经济规模、流动性都很好。但是他说有在法规上面的一些限制，他特别点出了三个障碍。那不晓得说就这三个障碍啊，央行是不是认为说我们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去进行制度的改革来达成？谢谢，非常感谢黄委员把这个资料给我。第一个我答误一下子，因为新台币不是一个 international currency， 它不可能全世界 24 hour trading， 但是 anyway 在国外的 24 hour 有 NDF 的新台币可以做。它事实上有一点强奸之手段，这个台湾不是一个美金、欧元一样的准备货币。第二个 prefunding 的问题哦，事实上它弄错了。大的公司啊，台湾有几家国外常常进来的公司啊，它不必要 prefunding， 但是那些我进来或者是小规模的投资人，那我们券商当然怕他，当然要 prefunding， 所以这个是券商的 risk management 的问题。第三个 ID 的问题我会再去研究，这个问题呢我有一个报告给黄委员。好，谢谢，谢谢。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质询，请廖国栋委员质询。主席有请总裁好吗？总裁。你知道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我贸然跑来这里啊，是因为有一件事情，怕你啊被蒙在鼓里，跟你讨教讨教一下哈。我个人对总裁啊是非常的尊敬，你是中华民国能够拿得出去的这个十 A 的总裁，大家都对你非常的尊敬。但是你管的这个中央银行体系啊也非常的庞大，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底下的单位呢并没有跟你一样变成 10A， 甚至只有 5A、4A、3A 的可能都有。这个事情是这样，去年啊我们接到了一个陈请啊，总裁，那么指陈的事情是去年的4月17号，票据交换所高雄分所啊，因为系统的异常，导致当天的结算报表并没有产生。他们紧急调用了这个业界的这个设备来因应啊，但后来报表可能出来了哈，但是我们后续啊是要求高雄的这个交换所啊，应该要做相关的改善。那么这个当中我们也办公室啊跟高雄所包括你这里的票据交换所几次的这个讨论甚至啊协商，
希望能够把高雄的票据交换中心的相关设备啊、治安啊，能够改善，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向委员的报告，是就我掌握的资料，事实上已经列入预算了，已经编列预算了。预算也是去年的，但是也是去年的，但是你们都没有执行嘛？因为我今年啊，什么时候招标？什么时候招标？时间暂停，让这个总裁了解一下，没关系，你们跟总裁报告一下，让时间暂停。时间暂停一下。哦，谢谢主席。他在近期里面就会公开招标，这预算已经列进去了，没有问题。谢谢。我看这个数据啊，我不是专业啊，但是我看了这个数据，您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一个工作量哈。全台湾地区参加这个票据交换的金融业者就达到270家。分支机构有将近4000个单位，103年、啊、您的统计交换的票据张数达到1.1亿张，金额累计到18.5兆，这个数据不晓得对不对？差不多哈。应该我们现在我手中没有资料， okay， 应该是正确的了。我就是很怕你不知道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透过执行的机会啊？这个让我有个委员报告，这个案子已经马上要招标了。如果能够快点进入啊，有一个新的设备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票据交换能够稳定，而且准确、及时，那是我们所要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农业金库不是你管的哈？不是，这是农委会的事哈。是。但是他在2年前就多次行文告知啊。希望把这个上线的事情，也就是高雄所，还是讲到高雄所哈，啊，但是呢，他们认为啊，你们是敷衍，啊，农业金库，什么事情？你看你现在高雄分所到今天还是没有通过测试的，总裁你知道吗？什么事情？他讲你们票交所的负责人啊，票交所有没有来？他隐藏呀，农业金库下面在这，农业金库是农委会管的，我知道是农委会管的，但是票据交换在你那边呢、啊？哦，票据交换在我们农业金库，不是，我想委员可不可以农业金库再了解一下是不是，农业金库的什么特定的事情，是不是你可以告诉我来了解？再了解一下，好不好？啊、好，我就怕你不了解了，所以讲给你听，因为你管的事情那么多，这个底下的事情，农业金库是农委会主管，哦，我不是庄阳主管的。另外呢，总裁，这个北中南票据结算中心系统啊，听说是不相容的，各有各的系统，是不是这样？票交所，票交所，你知道吗？你们快点支援一下总裁啊，来，这个事情，票交所没有人来是吧？有。时间暂停，没关系。你这个北中南的票据结算作业中心，听说是无法相容，各有各的系统，是这样吗？基本上应该是那个平常是在那个台北这边做交换，那如果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高雄台中那边是备援。我们前年这个案子就是因为没有相容嘛，没有相容导致高雄所自己来，哦，还借了这个设备商的这个设备来进行抢救，才得以没有出大事啊。那个总裁啊，到今天你们这三个所还是各有各的系统了。因为平常其实都是会把它集中在台北这边来做一个清算，那如果说有备援的时候，北中南三备援，高雄所有来吗？我们的处理方式是分北中南三区，对啊，三个区嘛，但是最后 final 的清算还是要透过央行做最终的清算，就是款项的清算是透过是最后到台北来做总清算，没有错，因为它是北中南三区各有票据交换的区域，好，所以它是从三个地区的系统去做处理，然后最后再送到总所北部总所做总清算。你答非所问，我说你们这三个作业系统啊是无法相容的，是吗？我只问这个，各有各的系统了、啊。是不是这样？平常是可以做互相备援哦，就说万一你讲到备援，我就火大了。上次我们在协调的时候，就是讲这个备援的事，已经告诉你们没有，你们这个备援系统没有相通啊。虽然我是外行，但是我一听就知道啊。这个我已经了解一下，我马上就回
OK， 我就需要您这句话，你把这个事情做一个调查。最麻烦的是，总裁，我还没有讲完。最麻烦的是，这个央行监督管理下的票据交换所内部啊，有人仗势与总裁的同乡关系四处张扬拉台、拉帮结派，而且是卸任的主委仍然是留任黑官顾问，有没有这样的事？给委员报告，我没有任何同乡在派出所服务。我们希望是没有了。没有。但是前年就有人跟我讲这个事。没有。你要不要好好的查一下？我没有同乡在，也许有。不，你交代一下你的这票据交换所跟高雄所查一下嘛。你们有一个顾问，而且是有几职的顾问，要不要查一下了？你要不要交办一下去查？好不好？去了解。把那个报告啊写给财委会，顺便告知本席，好不好？我再强调一次，我对您个人的非常的崇敬，你的作为、你的成就是中华民国的骄傲。但是这件事情，怕让你这个所有的成就啊都被蒙上一个不愉快的一个结果，是非常可惜的。请总裁啊，查一查。好。啊，谢谢。几件事情，第一个，你这个不相容怎么办？是。应该要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系统就好了，北中南还三个系统。然后这个人的事，我觉得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总裁。好，谢谢。请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不在，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请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请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请肖美琴委员，肖美琴委员，肖美琴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请蒋万安委员，蒋万安委员，蒋万安委员不在，请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不在，请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不在，请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请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请江永昌委员质询。请主席裁示，请彭总裁，谢谢。好，总裁你好，总裁，据我了解，你是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的好朋友。那日本现在的经济表现似乎也没有预期的理想，这个跟当初安倍经济学喊的这个漫天正响可是所有的这个财政跟货币政策它大概都已经用光了，也没有救起日本萎靡的经济。那请教总裁，那你如何看待安倍经济学当中的安倍三箭，它的成效如何？用比较浅显易懂，能够说让民众能够了解，跟台湾来做比较。一般的跟委员报告，一般的看完就是说，它的第一件比第二件好，第一件最好，再来是第二件，那第三件大概是它的推动成效相当有限。那不过那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是 structural reform 结构性的改革。您再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说他宽松货币政策马上做了嘛，对不对？然后的财政政策，那现在来他就比较充实的问题，对不对？他应该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他上一次内阁又决议他把那个营业价值税要提高，我现在只要再提高的话，就是一个不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因为像昨天财政部长有来了那我也就相关的跟他请教。那其实，那我们财政部长所讲的都不是以财政扩张的一个方式来帮助经济的一个成长，他所讲的都是财政健全他就是所讲的就是收跟支方面的一个平衡他保障说尽量不要再有赤字的一个产生，都引述到这边去。所以货币政策也好，财政又不能扩张的时候，只有结构性的改革嘛。结构性的改革。那是不是这样子？是结构性的，而且那结构性改革，我说，如果只剩下这样，那未来台湾有没有可能步上日本的后尘？还是说，那台湾可以做一些跟日本不一样的，就是说，做您的专业，就您的这个智慧跟知识，
能够给予这个向委员报告呢，就是说我们市长我们的财政健全呢，在张部长的努力之下是这几年来有改善了，我们的举债空间现在还有很大的举债空间，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由政府去举债来从事投资呢？这是一个问题。也许更重要的就是说，刚才大家报告过了，我们很多的超额储蓄，在想办法把这个超额储蓄呢怎么样导入投资，这个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要成立一个国家投资公司的功能了。怎么样更重要的是把这个储蓄哈换进投资，那么换进投资的话，你的报告里面也写了很多方法，这看起来好像可行又不可行。回头过来你还是讲到说您是强调这个稳定嘛，很多的讨论我看最后都是这样子啊。那本席就要请教于总裁，就是说如果这样来讲的话，你还有别的箭可以射吗？我想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要 提到一些结构性的改革。那财政政策的确现在的它的程式，也就是说一块钱投资进去能够产生多少的 GDP， 对不对？那以前认为是小于一的，那现在 当前认为当年都会一块钱会创造一块五，那么四年里面呢会创造三块钱，因为现在利率很低了哈。那以前假如说政府去扩大政府支出的时候，会产生资金的排挤效果，会把利率提高，利率提高就抵消掉嘛。他现在资金在那充裕，利率那么低，他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利率不会上升的，所以就没有以前所担心的。所以你说，如果你还有一支箭的话，就是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所以您的意思是这样，还有其他的方面吗？那么还有结构性的改革啊，我们的人口问题啊，我们具体鼓励劳参率，因为人口哈老化或者出生率下降的话，都会影响到经济的成长力，所以人口的问题，也要去注意这个问题。好，我先从你的这个报告当中哈，来向总裁请教一个问题了哈，因为台湾的景气如果表现差，但是营建业哈，看它的表现大概可以动之一二了哈，就是以前就算台湾的经济表现不理想，但是市场很多资金都会流进房地产，以前是这样，那会因此哄抬的这个房价，那高房价是民怨之首了哈，这您都知道，所以过去几年你也非常努力抑制房价，然后以免房价过高，那不过现在看起来市场普遍没有看好房地产未来有景气的发展，那在你的业务报告的第31页跟32页，您都有去提及了哈。有关于不动产针对性的审慎措施已见成效，但是房市量缩价跌，这是在过去有督促金融机构落实不动产授信风险控管产生成效嘛？可是底下你就写了，那景气走缓啊，那加上不动产持有税负增加，以及自2016开始实施房地合一税制总体的这个审慎措施，房市的投机这个炒作都减少。后面又讲到哈，好像是去年底嘛哈，要调整部分不动产针对性风险控管的一个规范，就是说啊，它的这个风险控管已经改善了，所以政府回头要健全房市相关措施要逐步实施，然后就是说这两页哈，那我就想要就这个来请教总裁了，那你未来还是不是会以这个货币政策？会以利率持续的来抑制房地产的这个市场发展。像委员报告哈，因为利率政策会影响到除了房地产之外，还有其他的影响，所以我们是采用那个一般讲叫做 targeting 针对性的审慎措施。对对，因为外界或者是选择性的信用管制了。对，外界对总裁有一个不公平的讲法，就是说你打压房价，本席是没有这样想的哈。给委员报告，因为高房价是民怨之首，所以本席不认同说外界那个对你那个不尊重的个讲法。我说的是，以后你还会不会以货币政策在房价、房地产的市场发展？因为现在看起来会持续低迷不振，会不会伤害到台湾的经济发展？那你那个业务报告写了两页，所以我就这一点跟总裁请教。委员报告呢，庄阳呢？会密切注意不动产市场的发展呢，要随时呢来检讨我们的规范。那我这样问好了，我用另外一个来问哈，
以后你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打击房地产的投机客？像委员报告呢，是这样，因为我们那个高价住宅哈，那个贷款程式已经加以限制了，还加房地合一课税，还有现在限制政府哈，它有新的那个房屋评定限制，对不对？对，去年七月以后那些高价住宅哦，事实上那些措施已经产生了一些。所以总裁意思说，线下所采行的这些措施已然足够，已经，所以就不会再有其他的方式。所以现在的房地产哦，不管是投资了哈，还是说自己要使用，还是怎么样，在线下你的这个措施之下，不用再担心说未来还有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窘境或困境。应该那一种租税政策已经产生了一些预期的效果。好，那我也要问说，那你未来会不会释放政策利多去鼓励无壳瓜牛自产？因为就像大家讲的，现在储蓄过多嘛，哈，没有到市场上去做投资，那使得经济也受到限制。这个，实际上财政部有对于那些首购的有一些优惠的贷款。我现在讲的说，财政部以外，以央行您的这个层面来看，你会不会有什么能够？跟委员报告，因为这是一个机会嘛。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现在的利率哦已经相当相当低了。你去跟银行借钱去买房子，这个利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您也不会再有其他一个方式，在现在房价持续走下坡的时候，而现在这个储蓄又没有利率可领的时候，来去再推出什么样一个方式来鼓励，来让那个无壳瓜牛可以购置这个房屋？事实上，没有其他再有好的方法，或是好的建议、好的方式。OK， 也许就是盖一些社会住宅啊，也许可能有个产生效果。但是现在政府也有些租金补贴，对不对？对，但是那个社会住宅，但是我认为那个不是央行这边的手段、啊。但是那个东西要、哦、主要是内政部的主要职责、啊。好，如果有时间的话、哦、可以让我问一下、哦、我不知道现场大家身上有没有带有2000元的钞券？您在2002年刚发行2000元的时候，有被于正道委员问过了哈？除了总裁以外，有谁有带？这有到5%嘛？您的报告里面都挑2月份农历过年包红包的时候去写你的2000元这个，那200元的有没有人有带？我有啊。会不会我每次问你们都会带在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你要问啊。哦，好，那我是建议说可以考虑看看了、啊、哈。到底2000元跟200元的钞券？要不要持续、哦、发行、哦、这个请央行再做一份报告了。啊，2000元钞券是事实上已经达到4%了，对不对？4到5%的比例吧，对不对？十几年来才增加多少而已、啊。好，我知道时间到了、哦、那就请央行啊给一份报告。好，谢谢。谢谢主席。谢谢。请王荣章委员，王荣章委员，王荣章委员不在。报告各委员，我们今天哈，或许财委会请央行哈，那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各位委员比较忙碌，二方面呢，也有可能这个委员这个部门哈是比较专业的，所以我们今天不到30位委员登记哈，跟前两天比较起来差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会议可以很快结束哈，所以今天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询答完毕，做如下决定：第一，报告及询答完毕。第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请中央银行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第三，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也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我们今天的本次会议议程都已经处理完毕，谢谢大家的配合，散会，谢谢。